报文会出席委员十员以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3月21日星期一上午9:01至12:26，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王定宇等出席委员12人，列席委员林德福等列席委员34人，列席人员外交部部长林友乐及所属人员，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王德林及所属人员，局长杨国强请假，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施慧芬、主任委员夏立言请假，主席刘召吉委员释发。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总统府秘书长、外交部部长、国家安全局局长、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报告甘比亚与中国建交之我国外交处境、后续效应因应措施及外交部拟邀请外国媒体赴太平岛实地勘察之规划评估，并被质询。外交部部长林永乐、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王德林及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施慧芬报告，委员王定宇等13人质询，均由外交部部长林永乐及所属亚太司司长常以立、国传司司长彭邦陀、调法司司长申佩华、亚非司司长陈俊贤、欧洲司司长高安、拉美司司长曹立杰、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王德林及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施慧芬等及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相关单位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并附之本委员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所定。三、委员徐志荣、徐淑华等2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临时提案一案：一、针对中国与马英九总统进行九安专案出访邦交国及新政府交接之际，竟与甘比亚复交一事。中国此举严重伤害过去两岸致力建构和平成果及台湾人民感情，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向中国表达强烈的不满及抗议，为维系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欲请国人团结面对，以致维护我国的国际空间，确保我国的民主与自由。提案人刘世芳、蔡世应、江启臣、林长佐、罗志镇、王定宇、陈廷飞、吕孙林、吕玉玲、徐志荣、马文君，决议照案通过，宣读完毕。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邀请国家安全局局长、外交部部长、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主任报告，从比利时恐怖攻击事件看外籍人士渗透我国境内从事恐怖活动之防范及因应作为，并请国防部、劳动部、内政部警政署及移民署、法务部调查局列席并被质询，宣读完毕。好，请问在场的各位委员，我们议事录有没有要修正或者有遗漏错误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议事录确定啊。接下来，我们在场有两位委员哈，第一位罗志镇委员，第二位王定宇委员啊。那我们今天出席列席的部会首长啊，我这边先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位外交部部长林永乐，第二位我们常务次长李承然，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常以立，外交部亚太司秘书长蔡明耀，亚非司司长陈俊贤，拉美司司长曹立群，北美司副司长姚金群，欧洲司司长高安，国传司司长梁鸿生，调法司副司长连建成，领务局副局长罗天宏，公众会执行长王佩林，礼宾处处长张云平，公安局副局长王副局长国土安全办公室实主任，国防部郑德美副部长，我们劳动部政务次长郝次长，内政部警政署陈副署长，内政部移民署张副署长，
法务部调查局啊，李副局长，来哈、哦，好。另外我跟委员会报告一下，就是今天我们有两位主要的这个部会的首长，因为啊有要工哦，所以有请假的事宜。首先是外交部林永乐部长，因为早上11点他必须主持颁证外交木椅奖章给予马来西亚首相东亚特使张庆信的一个这个颁证典礼哦，所以他没办法。这个全程列席，所以要求本委员会能够在10点半左右呢，让他可以先行离席，然后由外交部的次长来代理啊。那另外，国安局的局长因为目前正在局内主持重要的汇报，所以他大概在10点40分左右会来列席。那在10点40分之前呢，由王副局长啊。代为列席啊，以上跟委员会报告。所以，我们大概因为这中间有几位首长陆续会前来，或者是要先行离席，我们可能委员会在10点半左右或10点40分左右，我们会进行休息。这样啊，那以上是跟各位委员做一个今天我们会议事项的报告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外交部林部长就我们今天的。会议的主题啊，来做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媒体的朋友、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今天前来这个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主要是针对我们外交部。还有驻外馆处，就从比利时恐怖攻击事件，看外籍人士渗透我国境内从事恐怖活动之防范及因应作为进行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近期国际间一再发生恐怖攻击事件，也促使世界各主要国家都纷纷的加强反恐的措施。那我想我们国家也不能例外，我们会应该积极的来采取这些相关的这些因应措施。以下就是就外交部的部分，我们还有我们驻外馆处针对外籍人士来台的处理经过情形，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第一个是相关的具体的因应措施，外交部还有驻外馆处基于我们的业务执掌，还有维护我们国家的整体利益，还有我们国境安全，还有有效打击恐怖活动，还有人口贩运等考量，我们也参酌了国际的趋势，还有我们实务的需要，我们最近这几年来已经陆续的完成我们强化外籍人士来台的签证安全查核系统建制，还有资讯的分享的机制，有效的达成我们阻绝风险于境外的政策目标。我们适用免签证的有46个国家的人民到台湾来访问，我们也多由内政部依照他们的权责来办理入国的查验作业。我想在我们外交部跟内政部通力的合作下，已经有效的遏止涉恐人士渗透来台事件发生。为了因应全球恐攻的警戒持续升高，事实上外交部从去年11月23号巴黎的恐怖攻击之后，我们已经两度的训令我们驻外馆处要配合行政院针对国防国境安全业务等单位下达的三项的指示。第一项就是要强化我们恐怖攻击情资的收报跟通报，第二项是强化我们国境的安全查核，第三项是强化预防应变相关措施，采行我们下列的签证的相关的防范措施。那这里面有两项，第一项是要收集近期驻在国政府还有其他国家驻当地使领馆的相关的涉恐分子情资，还有签证管控措施因应的措施，而且跟外国政府要加强这些情资的交换，以作为我们国家相关反恐政策的参考。第二项是要加强这些签证案件的审核，尤其是针对中东、南亚、非洲国家人士，或者近期内曾经前往叙利亚等中东国家，
或者发生重大恐攻事件的国家，严防外籍人士持用伪变造的证件或者变更身份申办签证来台。另外，我们的领事事务局呢也已经采取了下列的各项措施。第一个就是研议扩大签证作业系统申请人的生物特征资料的采用，适用的对象呢，也会由我们政府国内的机关来建制作业。另外，我们也将相关可疑的这些涉恐分子的境外筛滤的作业呢，也纳入我们国家反恐体系的一环。第二点是针对这些涉恐分子及违常事件，我们跟国内外的这些国安、警政、移民、调查等相关机关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也要积极配合相关机关的反恐业务的需求，来提供必要的协助。第三点是依据各国人士来台的情形，我们也检讨我们现行的签证政策，还有我们相关的作业流程，而且提醒国内相关的主管机关要注意防范，还有研议修订这些相关的政策跟法规。例如外籍劳工、侨外的投资、外籍配偶来台居留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持续在推动的事项。以下做一个简单的结语，在去年104年来台的旅客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次，我们驻外管处呢全年核发各类的签证数量也高达53万多件。如何来防范外籍人士渗透我国境内从事恐怖活动，因为我们外交部也是重要的工作之一。外交部还有相关的驻外管处，除了持续的来精进我们签证的审核作业之外，我们要加强境外的查核还有面谈的效能，同时也会积极的进行签证资讯系统功能的升级，而且跟国内各相关的机关来分享这些资讯。外交部除了已经将各驻外管处通报的各国反恐情资还有相关的签证管控因应措施汇报这个国内各相关机关之外，也会持续的来掌握国际反恐发展及最新的状况，随时来调整我们相关的领务防护措施。而且我们会强化跟外国政府还有国内各相关机关的联系，还有情资的通报跟作业的分享，以持续的来强化我们国境的安全查核工作。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谢谢。好，谢谢林部长。下一位，我们请国安局王副局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承各位委员会的邀请，就从比利时恐怖攻击事件看外籍人士渗透我国境内从事恐怖活动之防范及因应作为提出报告。那么本局希望借此报告让大院各位委员了解本局协调国安单位因应国际恐怖活动情势升高之相关作为。那么从比利时恐攻之后，我国国土安全的应变单位也秉持着严肃面对、审慎应处、隐而不显、外慈内彰、阻绝境外迷惑无形的原则，提高警觉，加强防恐的应变准备。以下仅就本局协调因应这个法国恐攻以及比利时等国际恐怖活动的一些作为，以及相关单位那么对于在台外籍人士异常清查的作为来提出报告。那本局协调因应巴黎以及比利时等国际恐怖活动的一个作为，第一个就是在这个法国巴黎发生恐攻事件之后，本局课征局长总统的指示，分别召开了4次的反恐情势的因应会议，来强化反恐情报的收严以及协调，提高应变的一个警戒。第二部分就是强化反恐情报的先知快报。那么在伊斯兰国将我们国家的国旗放置在他网站的消息披露之后，本局在去年的11月25号到27号立即的开设反恐情报联合应变这个中心，那么也协请各国安单位强化预警情报以及违常这些增厚的收报，并且与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保持密切的联系，促请反恐应变单位来加强预警的收严。第三是密切协调分工合作。那么这一次比利时恐攻之后，
本局秉持的这个及时通报的原则，立刻通报了行政院的国土安全办公室及各国安单位，持续加强安全的警戒，并且强化深化国际情报合作，来发掘预警的线索，落实国境安全的筛滤的功能，以及强化爆裂物异常案件的发掘通报，防范网络恐怖主义扩散，强化国土应变安全应变机制协调联系等相关的作为，积极的防范恐怖活动在我们国内发生。第二大部分报告，在台外籍人士为异常动态清查的一个作为。那么外籍人口的概况，依据移民署的统计，过去十年每年在台居停留的外籍人士由577,000余人增加至750,000余人，其中外劳占有86%。那么外劳的人数比例依序是：印尼劳工有210,000余人，越南劳工140,000余人，菲律宾劳工120,000余人。那么在这些外籍人士为异常的动态里面，在去年外籍人士在台犯罪总共有2000多件，其中以公共危险类以及窃盗类，大概都是属于刑事犯罪。另外在台的外劳人数有584,000余人，其中行方不明的大概有50,000余人。那么在这些行方不明人士之中，以越南的24,000余人最多，其次为印尼的22,000余人，再其次为菲律宾的2,000余人。当然在行方不明的这个趋势事实上有上升的一个迹象，那么也形成社会治安的一个隐忧。在这其中还没有发现有与恐怖组织发展或者自发相关标志的预警增厚。在国内穆斯林的活动情形的清查方面，国内信奉穆斯林的人口大概有50,000余人，那么属性都很温和。那么政府也对穆斯林的有关的一些相关的聚会所啊等等的都已经着手来协助的改善。那对于日前有媒体报道印尼劳工恐遭伊斯兰国洗脑渗透台港日韩等情，那么我们透过国际合作的友方来了解到，原案是印尼劳工安置保护局的一个局长叫瓦西德的，他在3月20号出席回教士联合会在西爪哇分会的一个青年传教士会议里面表示，为了防范海外的劳工成为伊斯兰国吸收的目标，将优先规划派遣回教教士赴南韩、日本、台湾、香港等国宣教的辅导。据了解，瓦西德局长也并非负责反恐的工作。那么有关的查处作为，第一个是落实外劳源头背景的清查。本局已经协调相关的单位加强国际情报的合作，强化对特定国家外劳的背景实施清查，来先期从源头实施安全管理。第二个是强化外劳入境后的安全管理，相关单位针对于引进的单位以及雇主的公司部门有建立有合作的机制，透过定期访查外劳聚集的场所，来发掘为异常的线索及预警。三是持续的专案查缉不法外劳，那么相关单位也持续透过专案联合查处的机制，统合各国安团队的力量，借由分工协调合作，加强查处行踪不明的外劳、人口贩运集团等等这些违法违规的行为的案件，以落实外籍劳工的安全管理，来净化社会秩序，确保国家安全。最后报告结语，恐怖主义成因复杂难解，那国安单位对反恐都保持高度的警觉，经由政府相关部会的协调合作，迄今虽未曾接获具体恐攻威胁及预警，为仍应加强反恐的应变准备。本局将更续依据我国反恐应变机制，做好预警收报及情势研判，确实做到阻绝境外迷惑无形。敬请大院委员对本局工作予以大力支持，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国土安全办公室石主任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各位媒体的女士先生，那么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能在这边向各位委员报告我们针对比利时恐攻案件之后行政单位所做的一些应处的作为，
也请各位委员能够给我们不吝指正。在今天的书面报告里面，我们大概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针对比利时这个案件所做的案件分析，以及行政部门在23号我们所开的国安相关的会议上的因应作为，以及目前我们国家针对恐怖攻击的准备作为跟反恐应变机制的一个简要的说明。在整个案件分析的部分，分别在书面资料的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请各位委员参阅。那我们比较特别注意的是，根据比利时官方资料，在去年的10月份就有特别提出来，比利时是整个西欧国家当中进入到ISIS 系统里面接受他们恐怖组织训练人数最多的一个国家，大概有到470位。那么相关的整个的案件的一个说明在书面资料的1、2、3页。那么在我们当前针对比利时案子的因应作为上，在22号比利时当地早上8点到9点发生这个案子之后，办公室是在当天下午的4点多钟就接到国家安全局的通知，大概是在案发后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23号，我们奉院长指示立即召开跟国安单位相关的会议。那么在下面的应变作为的部分，包含了有外交部的部分，马上启动了应变的机制，持续的后续发展。包括交通部的部分，马上就要求针对在欧洲旅游团体的安全保持联系，同时对于我们目前的陆海空交通的运输设施跟关键基础设施要特别加强的戒备。在教育部的方面，第一时间我们就针对在比利时的留欧的学生，大概有90位的学生来做联系。那么在这次恐攻当中，我们并没有任何的学生受伤。那么其中比较接近的大概有30位的学生是在布鲁塞尔旁边的鲁文大学那边，那教育部第一时间也都跟这些学生保持密切的联系。在劳动部的部分，就是特别注意到外籍劳工的管制，包括建立劳工管控的机制、劳工权益的保障等等。那在内政部的部分，包含在警政署的部分，也针对大型的运输系统、指标性的建筑物、大型的活动加强的维安措施，同时加强清查外籍人士等等部分。移民署最重要的就是在国境管制的部分。在民政司的部分，也特别注意到对宗教信仰必要的一些措施跟协助。那么其他像海巡署跟调查局的部分，也就相关的执掌部分来做一个加强的戒备。那第二个部分是加强国境管理的部分。由于我们国家跟欧陆国家有一些地形上的不一样，以比利时来讲，它附近有非常多的临海的陆地，那我们国家最重要的还是在空运的部分，所以对于整个入出境跟过境管制的部分，一直是在院里面所要求的一个重点，包含在移民署的航前旅客资讯系统 APIS 整个系统的运作，以及查获的对象跟国安机构一起合作，还有包括入出境查照跟查验的检验这一部分，在国境的管控部分是我们特别注意到的，要如何做到阻绝于境外的部分。第三个就是在这几年我们国家针对反恐的一些准备作为，第一个部分是防范国际恐怖主义对我们国家的威胁，包含了我们最近一直在要求加强我们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同时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对临近恐怖主义威胁较高国家，我们之间彼此国际间的情资交流合作。在预防工作部分，我们除了跟国安单位做密切的结合，包括情报、预警通报彼此做结合跟交流，网络安全的增防演练之外，那么在这2年的时间，我们也特别针对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反恐应变中心做了非常多的演练。那么由于这些演练大部分是属于机敏的性质，所以我们并没有对外公开。在去年来讲，我们大概就有10场次的由中央部会跟本办公室院里面办的10场次的关键基础跟反恐的演练的部分。那么今年大概我们预划在开始大概要做25个场次，包括重点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马上面临的世界大学运动会所做的演练。在反恐应变的部分，在103年的10月份，那么行政院已经修订了国土安全政策汇报的设置要点跟国土安全应变机制的行动纲要，所以以目前我们的反恐应变，在接获到国安单位的情资通报，或者确实有这样一个反恐的事件的发生，恐怖攻击的事件发生之后，第一时间相关的部会我们编列了有9个应变组，分别由内政部等8个部会一起共同来掌控，立即会成立2级的应变中心，由各部会的部长来担任指挥官。那么如果这个状况升高，不是由一个单一部会所能掌控的，我们就会成立1级的应变中心，这是由行政院的副院长
来担任指挥官，这是就我们目前反恐应变整个组织架构来所做的一个规划。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正，谢谢。好，谢谢，国土安全办公室的报告啊。我们其他列席的单位，国防部有没有要补充？有没有？需要补充吗？不需要补充。好，劳动部没有，内政部，就是我们的这个移民署、警政署有没有要补充？没有啊。调查局没有啊。好，这边再补充介绍一下，刚才因为这个我们现在在场的之后到来的委员，我们都刘世邦委员啊。蔡世应委员，还有许玉仁委员，还有陈廷飞委员啊。那刚才这个介绍我们与会的官员的时候啊，有几位我们一级的主管没有介绍到，这边补充一下哈。国家安全局的第一处处长严建岳啊，第三处处长黄玉顺，还有第四处处长潘向前啊。那国防部我们情报参谋次长是张延廷，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次长周浩宇，以及我们劳动部的劳动力发展署副署长施真雅一样哈，这是劳动力发展署跨国劳动力管理组的副组长薛建忠，然后另外我们内政部移民署的国境事务大队副大队长吴家宏，法务部调查局国家安全维护处处长陈荣富。好，以上我们补充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答询哦。那原例呢？本委员会是10+2分钟，那列席的委员是8+2分钟啊。然后我们10:30这个发言截止登记啊。那另外我们差不多也因为刚刚有跟各位报告，因为有部分的首长在10:30左右需先行离席，然后呢，国安局长也是10:30、10:40左右会前来列席，所以我们预计也差不多是在10:30左右会先休息啊。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答询。首先，我们邀请第一位登记的委员是陈廷飞委员咨询。谢谢主席哈，是不是请外交部部长、国安局副局长，还有国土办公室主任，还有劳动部政务次长？好，我们三位哦，四位是不是？来，四位长官请。是，陈委员好。四位好哈，我想先就叫我们的部长哈。刚刚我相信我们有听到相关单位有说，瓦西德基本上他并非从事反恐的工作，所以对他所说的这些话，你有什么看法？因为瓦西德局长我也见过哈，因为事实上他以前是国会议员，他现在最主要是管理这个外籍的劳工。那我觉得说他这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因为毕竟善意的提醒，对，因为印尼劳工在台湾有20几万，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跟印尼之间能够建立一些合作啊，能够避免印尼的劳工啊遭受到这个伊斯兰国任何的这些渗透的行动。所以他是善意的提醒，所以我们也应该谨慎对峙吧。是的。好，那我们请国安局副局长，那您的看法呢？委员长，我想瓦西德现在是兼任回教印尼回教士联合会西爪哇分会的一个执行长，我想他当然是从一个宣教的一个角度上面来提醒说，这些相关的国家因为是属于民主的社会、开放的社会，很容易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所以他是以宗教，你认为他是以宗教的立场，他希望透过传教的方式让这些
在外面的一些劳工不要受到一些 IS 的一些影响，因为 IS 也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激进派，所以很清楚他是以宗教的立场在提醒大家。好，我们请问国土办公室的主任，那您的看法呢？我想你在了解整个资讯之后，您的看法呢？是在反恐的一个角度上立场，我们不管是他从任何的宗教的角度或其他政治的角度来讲，那我们是希望各种的建议我们都会做广泛的采纳跟重视，会非常严肃的面对。我们的希望是做好最好的准备，做最坏的打算。是严肃吗？那请问你们现在严肃的做法是什么？我想对于整个在宗教的部分，刚刚在书面报告上有提过，包括在内政部的民政司对于各个宗教做好友善关怀的环境，这是在预防工作上。在情资的交流上，我们跟各个主任，我是针对说瓦西德所讲的 IS 洗脑外劳硬劳以渗透台湾这个部分，你怎么去做积极行为积极动作？在我们23号所开的相关会议上，我们已经要求院里面本身有要求，包括移民署跟警政署跟内政部的相关单位，尤其针对在逃逸外劳的部分要特别的加强来做查缉。那当然在情资的收报上，对于在国内任何有类似恐怖活动的情资的收报，除了在内部的收报上之外，也要加强跟国际间情资收报的合作。你认为这样子就是积极行为吗？我们如果有接到任何的情资的部分，跟国安单位接到任何，我们都会建议行政部门的部分要加强来做。我们请问劳动部郑次，好，郑次，请问我们劳动部，我让你看个资料哈。基本上在我们台湾的外籍劳工，印尼占了238824人，占了我们所有的外籍劳工是40.43%，所以比例非常的高。那在台行踪不明，光行踪不明，所有的外籍劳工总共有50936人。刚刚我们国土办公室主任说要积极查查，那我问，不知道如何积极查查哈？那当然这不属于你的范围。我看到印尼的部分在台行踪不明，就占了22905人。是不是？是，所以占的比例高达45%。那在你们的报告里面，你们说，如果外籍劳工申请入国签证，你们都有要求他们要附良民证。是。那你有没有看过，在去年巴黎恐攻，总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料里面？有很多的恐怖分子他是没有犯罪前科也没有记录的，是不是？是。那请问你们一整本跟我们讲说我们有积极行为，就是在入境在所发的签证之时我们要求他要附良民证，表示这个良民证在于恐攻的整个部分它不是唯一选项，那怎么处理？这边要跟委员报告的是，我们除了要求要良民证之外呢，那么在外籍劳工来台的时候，他们在申请作业的时候必须按那个实质的指纹。那这指纹呢，是在境外的时候就收集到，我们也是配合我们的国安单位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前置程序。然后入境了以后呢，还要再按两个指纹，就是那个拇指的这两个指纹。那这个是第一步。第一步，他们入国境的第一步。他们进来以后呢，我们在机场呢，我们有劳动部的那个单位呢，会密切的去办接机方面的一个作业。那会透过讲习，那跟雇主来辅导，那提供相关的资讯。那希望这个够吗？这个够吗？持续持续要加强，这持续要加强。这够吗？因为光我们外劳在台行踪不明，总共就有50936人。是，那印尼人士，其实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再把这个印尼的外籍劳工会把它再做一个讨论？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
瓦西德他所说的是很确切而且很直接的提醒你台湾 IS 洗脑外劳硬劳已渗透台湾，所以各单位一定要加强戒备。我是请警政署副署长。副署长请。副署长，是，你认为如何处理？当瓦西德讲了这些话之后，你们有什么样的改变？我想从巴黎恐攻之后啊，警政署就一直在国内啊加强相关的反恐作为。那这一次比利时的恐攻发生之后，加上瓦西德的这个言论啊，所以我们研判呢、啊，这个在台发生恐攻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我们还是。把他认为啊，这个需要来加强。为什么今天有恐攻比利时的恐攻事件之后，然后呢又加上瓦西德的说法，你认为在台湾发生恐攻的事件会比较低？是是。为什么？因为在相关单位的评估里面哈，这个我们在台湾 是在做所有的各单位评估之后吗？包括国外跟国内的评估，国外跟国内，所以国外跟国内的情资都是由我们外交部、国安局还有国土办公室这些相关单位汇集起来吗？是，所以认为我们台湾发生恐攻的机会比较低，但是我们还是加强相关的作为哈。那个国土安全办公室啊。但是其实我到目前听了，我不认为说你们有加强任何的作为。你们的态度跟心态好像认为说，反正不会在台湾发生。不是，即使瓦西德他做了这样的提醒，你们也认为说他本身也不是反恐的工作，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好像态度没那么积极。其实我们希望的是说，给台湾人民安心。重点是在这里，是我们都希望不要发生，而且绝对不能发生。但是当他今天做出这样的言论，他又从宗教立场，又他本身又在处理整个外籍劳工的主要事宜，所以他发出这样的言论，其实大家会很多的担心。印尼外籍劳工在台湾所占的比例又比较高，甚至逃逸外劳他所占的比例又特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比例之下，会让台湾人民会担忧啊，是不是？那有没有我们的中国籍的劳工的一个逃逸事件？中国籍没有劳工，没有中国籍人士呢？有中国籍人士的逃逸比例呢？我这边没有统计资料。没有统计资料，那比例高不高？这个是不是？好，来哪一个单位？移民署。移民署这边来回应。来，移民署副署长，请。副署长，外籍人士高不高？中国籍人士，中国籍人士来讲的话，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有一个统计的资料哈，是10万分之3左右，10万分之3，10万个人里面有三个人，10万个里面有3个人，对对。那请问现在在台湾的中国籍人士总共有多少人？拘留跟停留的这样总共加起来的话，平均每一天大概在台湾活动的大概是在6万人到7万人。每天平均是6万人到7万人，所以如果依照这样子比例还算高哦。如果依照你累计啊，你现在要累计啊，你不是以单天啊，他可能在同时在于台湾的所有的中国籍人士，他有累计的一天的数量嘛。总共累计起来，就累计起来就是10万分之3到10万分之4，因为它这个数字一直在变动。那你有管控住这些人吗？就是说这些资料，
目前来讲，我们是管控住，都有管控住。是。那你认为说，在整个管控的机制，包括现在因为恐攻事件，我们所有包括我们的这些人士要进到台湾来，我看到你们的报告，你说你们有加强戒备，如何加强戒备？针对这个外籍人士，包括尤其是外劳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针对他们在台湾的这些团体啊，就他包括他们的去的餐厅啊这些地方来讲，我们都有做一些部件的活动。我想在这上特别跟您都有部件，所以你认为你们都有掌控？对，我们应该是包括逃逸外劳这些资料，你们有跟各单位都有密切联系，所以在所谓的瓦西德所说的这些问题，你们都掌控住，不会让台湾人民造成恐慌。其实我要的是这些。对，不会让台湾人民造成恐慌。我目前来讲非常努力，在这一块上面来讲做得非常非常的认真。但是呢，我们就讲说是我们做最万全的准备，但是我们不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不敢保证说10%不会发生。我想在这个地方也不敢做这样的保证。那目前我说目前有掌控吗？以目前来讲，我们所有的状况你们都有掌控，各单位都有掌控。目前来讲，在我们移民署这一部分，我有掌控。好，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罗志政委员质询。主席。可不可以请国安局副局长，还有我们国土办公室石主任？好，副局长跟石主任，请备询。委员长，哎，早。那个，其实反恐真的不简单啊，我们必须要做到滴水不漏。是。但是恐怖团体或个人，只要百密一疏，他们就得逞了。是。所以的确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因应。我想国人不希望有任何的恐怖攻击事件在台湾发生，所以我们今天的质询主要是针对说，到底我们做好准备没有啊，并不是要去这个去批判啊，或者是任何的一个不善意的这个质询。好，我先看这个图。副局长、主任，你知道这个图吗？告诉我们这是什么。这是 IS 在他的网站里面把我们的国旗放在他的网站。有几个国家在里面？那个主任应该知道吧？64个吧。64个国家嘛。好，这个旗帜是哪个国家国旗？法国的。去年10月发生的恐怖攻击，是，对不对？对。这个国旗是哪个国家？土耳其。今年1月、2月很多的恐怖攻击事件都在里面，对不对？是。这个国旗是哪个国家国旗？比利时的国旗，最近发生了。恐怖攻击事件，去年 BBC 在这个 IS 公布他的网站之后，他说台湾 gets unwanted recognition from IS， 台湾得到了不想得到的承认，而且是从 IS 发出来的，因为这个国旗里面有台湾在里面。当然我们不希望恐吓国人或者是惊吓国人，换句话说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台湾是有可能，不然不会被列在那个国旗名单里面。全世界将近190个左右的国家，他挑了1/360个国家出来，台湾非常的小心跟谨慎。我希望我们的反恐办公室或现在叫做国土安全办公室也好，真的不能掉以轻心。刚才主任，你刚才提到3月20号，我们台�湾时间大概下午3-4点，他们发生了恐怖攻击，是我们第一时间从国安局得到资讯，对不对？是。好，你告诉我，刚才你报告里面书面没有提，但是口头提到，23号你们召开会议，是什么会议？我们23号跟国安单位一起有。国安单位是你们召开还是国安会召开？我们跟国安会、国安局都有一起。谁召开？国安会这边。国安会召开。对，没有错。23号召开，早上下午。在上午的时间。22号在干嘛？22号我们是下午4点多做的，办公室这边除了第一时间。马上跟相关的首长，包括院长、副院长、秘书长，还有我们主管的政务委员报告之外，那我们就跟国安局一直在保持密切的。好，那为什么是拖到23号早上才开会？
22号下午就发生了，那25号再去，22号下午6点就准时下班了，是？没有，我们一直在收集相关的情资。那第一个部分最重要的是，我们跟外交部确定有没有我们的国人在这一次的攻击当中有受伤。好，那我请问你，因为你们召开了会议嘛，我们当下22号当下，我们有多少团或者人数的旅客在比利时？在我们的国人部分哈，我们只有一位外交部的同仁在当天的早上在搭地铁的时候有受伤。没有，我现在问的是有多少人在比利时？那在比利时的交通部的团哈，确实的数目我要再查一下。还在查，现在还在查。不，那整个团当时在布鲁塞尔那边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威胁。我没有，我现在问了有多少人数有没有掌握？第二天23号开会的时候，交通部或者是相关单位有没有提供资料给国安会？交通部当天22号当天，我们有多少国人在比利时？旅行团就好了。旅行团的部分那个数目字我再 check 一下，但是交通部有是有没有？有在比利时有旅行团，有。所以23号的是开会的时候有这个数字，有这个数字。好，那教育部提供多少在比利时的留学生？90位，九十位是。有没有别的国家的学生在那边旅游或等等的？别的国家学生，就是我们台湾的学生在别的国家读书，然后到比利时去的。当天我们看到的资料，教育部就是90位。那比较靠近布鲁塞尔的部分，鲁恩大学那边大概有30位左右。所以我们在机场当下只有一个外交部的人了、啊，没有其他任何国人旅客在机场。在机场案发的部分一定有了，对，一定有一、啊，我们有没有人？但是没有人受伤，只有一位外交部的同仁受伤。有没有当时有没有任何我们国家的航空公司的飞机正在？当地没有嘛，没有，没有，所以你们是有掌握这个情况的。是 ，OK。那我请问一下，这个状况在我们所谓的对不起反恐安全的应变机制行动纲要里面，我们的情资或重要反恐事件发生、恐怖攻击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的机制是什么？简要的跟委员做个说明。反恐应变机制的启动有两个状况，第一个，我们确实有发生恐怖攻击的事件，比方像比利时，这个不待命令，各个相关主管部委马上就启动反恐应变机制，开设二级应变中心，甚至于提升到一级应变中心。第二个情况就是我们有确切的情资，国安单位告诉我们，可能在最近这段时间当中，对我们国家可能有不利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启动应变的机制。所以我们在22号的下午有没有启动任何的应变机制？我们开设紧急应变小组。紧急应变小组。紧急应变小组。那国安局这边有没有所谓的这个叫做情报联合应变中心，有没有设立，还是就没有？我们这个没有设立，但是我们立刻透过国际合作友方跟我们的驻外组立刻收集相关有没有说可能对我们造成直接危害的一些相关讯息，那么也随时跟国土办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当然我们也在开始协调各国内的相关单位，尤其是在机场的单位里面一定要加强提高警戒。 OK， 好，我请问那个主任这边，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会提升到二级或者是更高的？第一个，确实有发生这个情形，比方像有爆炸、有恐怖，在国内还在国外？在国内。那如果在国外有重大的人数是我们国人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启动二级应变中心。那这个部分也有可能，如果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我们会启动紧急应变小组。OK， 对。但是只要是在国内有发生任何的一个情况的话，马上应变中心就启动。好，那你们有所谓331的一个做法，对不对？这个还在不在？没有331的做法，就三个危机管理，三个风险灯号，还有所谓的、目前有这个还 有嘛，就331这个东西嘛，目前还维持黄灯绿灯还是红灯？红灯，对，所以当下是红灯的。我们目前不是红灯，那我知道，就是说22号发生的时候是什么灯号？我们还是维持绿灯，还是维持绿灯，认为没有安全，还是顾虑。我们没有特别的情资告诉我们这个会延续到台湾，对台湾造成恐怖攻击，所以我们还是维持绿灯。Okay. 那绿灯的另外一个要件就是国内它并没有发生任何这个状况。是，我们只需要透过厘清，让国人知道我们实际的情况怎么样，好，不是要造成恐慌。好，好，接下来我想问的，我们到底做好准备好了？我想请问一下哈，我们现在不断提到所谓的在逃逃逸的在台逃逸的外劳人数当中有5万多人是属于这个印尼劳工嘛，对不对？4万多，两万多，总数5万多嘛，然后将近是50%是所谓印尼劳工嘛，哈，请问一下，我们的反恐办公室人员或是国安单位有没有懂印尼文的人？报告委员，我们办公室的同仁有人在修印尼文，那大概已经取得了初级的证照，所以印尼文
如果他们在电话通讯，我们要去监测的时候，我们目前我们的同仁就一个。不是，我们办公室并没有负责在。那有没有这样专职人是懂印尼文的？我们有专职的同仁在研究东南亚整个的反恐的监视。我是问懂印尼文。那有一位同仁，他大概是初步的印尼文，对。初步，所以他们讲什么还不见得听得懂，对不对？我不是在这一部分的专。那局长、副局长，请问一下，我们国安单位没有在？如果要监控了，我们有没有懂印尼文或印尼语的？我们第一个跟委员报告，我们不负责监控，我们负责。我知道，这是情资啦。我们当然有我们需要的人才。有。OK， 所以是有办法可以掌控一些必要的情资。我们没有必要掌控，我们是可以去收集跟分析的，我们有这个能力。OK， 那这样的资讯有没有提供给国土安全办公室？有。有。好，因为我们会担心，就是说这么多的外劳逃逸当中，很多是印尼的。而且很多的语言可能我们没办法掌握的时候，我们资讯就会漏掉很多嘛。是，我们都会保持密切的。好，我再确定一下，瓦西德到底怎么讲？他是怎么说？他是说已经被吸收吗？还是说担心可能被吸收？那个外交部的同仁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有一个原文，原从报纸上摘录下来的一个原文在哈。哎，可不可以稍微说清楚？这个。他说：“为了防范海外劳工成为 IS 吸收的目标，将规划派遣回教教士赴各国进行。”所以还没有发生嘛，是防范。最主要要宣教辅导的工作。嗯，对不对？对。换句话说，并不是已经有人被吸收渗透到国内嘛，是要担心或防范这样的作为嘛？哦，他的讯息里并没有是这个明确的表明说有被吸收，对嘛？所以他是希望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些逃逸的或者说在台湾的外劳，这个印劳有可能被吸收嘛？是，所以不用恐慌，太过于恐慌嘛？我想要严肃的面对，要提高警觉，没有错。但是我们的确必须做好一些可能必要的因应作为，对，那是印方要做的，包括他们提供他们的教师到台湾来等等，做心灵的这个或辅导。那我们自己政府做了什么？来防范这些人可能被吸收。我想除了刚刚国土办有讲这个对于回教一些我们信徒的一些友善的工作环境之外，我想在我们国安单位里面，除了资讯的一些收集跟掌握跟先期的去了解之外，我想很重要的是一个查缉的工作。查缉的工作，对。那我们就问了，我们这还有20000多至少印尼劳工，我们完全没办法掌握啊。在国安单位里面实际上都有一个专案的机制在运作，事实上运作了已经好几年。那查获的比例大概多少？包括警政署的同仁应该也知道啊。50000多逃逸的外劳里面，我们真的能够被抓到的比例大概多少？那个警政署的副署长嘛，是吧？我想可能要请移民署吧，他是负责实际的执行。OK， 好，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多少被查获？啊，移民署。移民署，对不起。副署长。来，这个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50000多是累计，就是累计，是累计的嘛？对，累计的数字。那我们多少是被查获可以抓到？我们去年啊，查到的这个件数来讲是16720多的这个数字。那么每一年来讲的话，平均起来的话，每一年大概查到15000个人。对，但是持续维持大概4到5万是抓不到的。持续，因为它是一直累积下来的。从过去，譬如说总共加起来进来的外劳，譬如说有100万人，到目前为止5万。所以还是有一个一定的数目，基本上是抓不到嘛。对。那这些是黑数，我们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对不对？我们大概应该知道，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他们都进入到家庭里面去。对。进入到家庭里面来讲的话，在我们的治安单位来讲的话，去做查缉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去查缉。所以你不是提供了查获的奖金吗？举报的奖金吗？我们查获奖金，但是问题就是举报的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并目前来讲举报的那个件数来讲的话，并不是那么高。OK， 其实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黑，就主席在一分钟哈，就最大的一个黑洞在这个地方了。就逃逸的外劳里面哈，我们既不能完全掌握，可最有可能出问题的可能就在这个地方。那这也是我相信其他所有的单位，包括国安单位啦、移民署啦、警政署，应该横向要去查缉的这一块啊，因为这一块可能就是未来我们担心可能会出状况的一个角落啊。我提醒大家再注意一下啊，谢谢大家。好，谢谢。好，下一位登记咨询的委员，我们请蔡适应委员咨询。
啊，我们国土办的主任，国安局的副局长。首先第一个，我想请教一下国土办公室的主任，委员好。你说你们3月23号有曾经召开针对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事情召开过工作会议就对了。是，我们跟国安单位有一起开过会议。主办单位是国安会还是国土办公室？国安会、国安局、国土办都有一起。主办人是谁？主办的是国安会。国安会主会议的名称是什么？我想就是针对这次比利时恐攻，协调各国安单位跟行政部门的一些相关的。好，那这个会有会议记录吗？有会议记录，有会议记录，也有会议通知会议记录嘛。好 ，OK， 好。那首先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主任您了不了解目前有一个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啊，有一个全球恐怖主义的指数，这个您知不知道？我最新的资料是美国的资料，美国资料对马里兰州大学美国国务院发布的资料是多少？在全国190几个国家遭受到恐怖攻击的威胁里面，台湾并不是属于高风险、高危险群的国家。这个资料大概就是2015年的嘛，对，2015年的资料。对，台湾大概在排名全世界113名左右嘛。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如果台湾排名113名，所以就国土办公室跟国安局来讲，是不是认为台湾的恐怖主义的这个危险相对于其他国家是很低的？跟委员报告，我们比较精准的说法是，我们不是现在在高风险国家当中，但是我们一直在做万全的一个准备。我想问一下我为什么这样问首先呢，这个按照我们的一个机制里面有规定就是说当我们要召开我们国安会的相关会议的过程当中，国安局首先必须要就这个事情来请够情资，让国安会能够做研判嘛，对不对？国安局对不对？我要跟委员报告，我们是负责情报综合。对，所以你们最后有把情资，我们分送给国土办。我是说，3月23号的那一天开会里面，你们有没有提供你们的情资报告资料？我们在3月22号就已经提供了相关的一些情资，陆续的都在提供。那你们的情资报告里面建议，你们认为风险有增加吗？我们建议要提高警觉。你们建议提高警觉吗？对对对。那为什么？所以在为什么要建议提高？是你们因为发生了恐攻之后，我们不晓得说它的目标到底指向除了欧洲国家之外，是不是有其他的国家？当然，因为我们的国家里面曾经在国旗已经在 IS 的网站出现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你说你的灯号一样是绿灯？我们只有提高警觉啊。提高警觉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大家注意看一下那。表示说现阶段我们的意思说我们在我们国安单位和相关单位里你必须做好应变的准备。那你的意思是说现阶段我们都没有做好应变的准备吗？我们都在做啊。我只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副局长，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个三月三开会之前，其实我们的国安相关单位其实就平常就一直在做提高警觉的工作了吧？不是，平常里面我们并没有所谓隐而不显，也就是说我们都在做，不会让社会形成一种恐慌的心理。对啊，那我们所谓提高警觉，就是譬如说这个发过恐攻之后，那我们在我们国境线上，你就必须要加强注意。那所谓加强注意，除了尽管的查核之外，当然我们有一些巡检的工作，那更要。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我看你们后来的会议开会里面，发言人后来是讲说加强机场的管制嘛，对不对？有讲这个部分吧？有啊，有吗？那我就想说，你们加强机场管制，你们的工作项目有增加吗？还是说你要求说他对于机场入境的人士的这个检查的时间从一个人1分钟变一个人3分钟，你们有发布比较详细的要求，还是只是4个字加强注意而已？我想这主管机关会自己去做评估，你譬如说密度的增加、巡逻次数的增加。我为什么这样讲？来，等一下，那个我还在问一下我们的那个国会办公主任。我们下一页，这是法国啦，排名36名啊。排名36名，他在2015年11月13号也发生过恐怖攻击嘛，所以看起来他们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嘛，对不对？跟委员报告，这个资料在今年一定会做大幅度的。我了解嘛，我的意思是说，他原来是排36名，所以几率是比较高的嘛，对不对？这是在2015的，对，2015年发生的事情嘛，哈。好，今年的资料一定会做一些。好，那再来，再下一个哈，比利时，比利时是82名啊，那我不晓得82名算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的区域啦，哈。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在上一次质询的时候，我们的国安局后来有给我一个书面的回复，认为我们台湾是一个恐怖主义比较低风险的国家。我想国安局有发过这个公文给我，里面就写就是引用这个数据113名。在下一页，我要讲的就是说像丹麦是排名118名啊，
看起来是低风险的国家，可是呢，仍然发生了恐怖攻击，仍然发生了恐怖攻击。在下一页，科威特排名123名，比我们还后面哦。按照国安局给我的资料里面，它的风险比我们还低啊，可是仍然发生了恐怖攻击事件。所以我要提的就是说，第一个哈，这个排名的高低当然是代表着国际上对于每个国家的一个分析。可是我们不要认为说台湾目前排名世界113名是属于低风险的国家，我们就认为很安全。为什么？因为事实上跟我们排名类似的，或者比我们还后面的，其实在去年度都发生了类似这样的一个恐怖攻击的行为。好，志在，再下一页。这里啊是一个我们的反恐的编制表里面齁。我刚才就要说一个问题啊，这个按照如果照你们的说法的话，3月23号的开会里面，首先国安局要发布一个情势综合研判的资料交给国土办公室或者交给国安会嘛，对不对？那所以我要问你说，你3月23号那一天，你们有没有提供一个书面的这样的一个情势综合研判的资料给国安会或者是行政院国土办公室？有没有？我们有提，当天开会里面有提书面的资料，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都是用这个书面资料几页反映的。书面资料几页？我不记得、欸、不记得哈。那会后你书面资料一份给我，是可以吧？哈，好，再来，再接下来下一页。这里哈是我们的发言人讲到说要加强桃园机场的管制啦哈，但是我在这边就要拜托一下我们的这个国土办公室哈，台湾目前呐、啊。有所谓的外籍人士入境的除了机场之外，第二个最大的应该就是所谓的基隆海港啊。可是在你们都没有提到基隆海港，就只有提到桃园机场而已。所以我认为说，未来假设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风险，你们认为评估有风险提高，你们必须要加强管制的时候，我希望你除了讲到了机场部分，麻烦你把港口也把它纳入。港口也把它纳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实上对于我们整体的国安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们在这边我没有看到你们写的。再来下一页，这是我们之前前几个立委有问到的关于外籍人士外劳逃逸的部分。那根据我们劳动部的一个说法，麻烦请我们劳动部，然后还有我们 国土办都还继续留着。劳动部里面的整本作业里面写了一大堆啦。事实上啊，你在你的第五页的地方，第五页啊，劳动部的第五页啊，写说疑似或确为恐怖成员将驱逐出国或废止聘雇许可嘛，有没有写这句话？你有没有看到？有。我想请教一下，到目前为止你们有做了 几次这个案子，有几件了？有几件是你们认为疑似或确认为恐怖成员将要驱逐出国或废止聘雇许可的？目前没有，所以是零件嘛，是零嘛，对不对？所以目前为止到现在你们只是在查，但是都还没有嘛。那逃逸的外劳里面有没有人可能是疑似或确认为恐怖成员的？这个部分的话要看状况才有办法判断，目前的话是没有这方面的情资。你们没有情资，但是也不敢确定嘛，对不对？因为逃逸外劳有20,000多人嘛，光印尼籍的部分就20,000多，然后越南好像也是20,000多嘛，对不对？所以加起来在台湾有50,000多人目前是行踪不明的外籍劳工人士嘛。所以劳动部这边你没有办法100%的确定这逃逸的50,000多人都是没有问题的嘛，纯粹只是因为工作不满逃跑，刚开始可能是这样子，可是之后有没有可能他受了某一些激进分子的想法，开始萌生在他念头里面？这个部分你们的情资目前是没有的嘛？没办法完全确定，没办法完全确定哈。好，那国安局的部分，来，我想刚刚劳动部有讲到了哈，我想这个最后还是要拜托国安局哈，加强我们外籍人士的情资收取哈。我们刚才几位委员讲说，为什么要有印尼文或越南文？因为我们发现，印尼也设了一个 IS 的恐怖训练，他们的训练基地在那边嘛，没错嘛，哈。那这样的一个训练基地过程当中，我认为我们台湾对于印尼文语言的这个掌握，他们的往来的通讯的掌握，必须要能够再加强。好，这我想是我们刚才其他的委员所提的一个东西，哈。好，再接下来下一页。好，这里我们有个国家级反恐训练中心嘛，哈，请问一下是谁负责的？报委员是内政部，内政部警政署嘛，对不对？那警政署有来吗？副署长，副署长，我想请教一下哈，你们这个反恐训练中心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呢、啊？报告委员哦，因为反恐训练中心呐、啊，它上一任的那个德标厂商哈、哦，
后来就是财务然后都去了嘛，是吧？啊，所以怎么嘞？现在已经开标了哈，在去年已经开标了，现在正积极赶赶进度有没有在落后？大概还有在补以前的进度。对，我是说，那你们现在重新给他的进度，他有没有又落后了？目前是施工正常，施工正常哈，所以按照施工正常，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大概因为不是我业管的业务了，我印象中哈，大概三四年以后才会。三四年以后。我详细查一下，三四年以后完成，因为不是我看的业务，不是你看的业务啊。那个，今年八月了，我们希望能够如期啊。我就记得我查到资料是今年八月，你跟我讲过三四年，我错解，抱歉，是不是我看错资料？业务了。好，今年八月完成了，完成之后是完成什么东西？它里面哦有一些基本的设备哈，那可以在那边加强一些防恐的训练了。我想问一下那个国土班的主任哈。这个反恐训练，你认为有哪几项是重要的科目啊？在反恐或者恐怖分子会攻击的过程，哪几个模拟情境是最重要的？如果以操作面上来讲，哈，这个范围涵盖的范围就比较大。好，其中包括像核生化，这也是一个部分。那关于实战的单兵战斗的训练，或者是反恐的掳人勒索劫机的这个部分，也是一个部分。所以类似像劫机啦，或者是城市巷道的模拟啦，等等都有可能嘛？哈，好。反恐训练中心里面有没有这些设施啊？我们有一部分的设施是用现有的设施，比方说像有关截机的部分，或者在核生化的部分，就是机场 会用到目前在军方的一些设施。好，那个模拟城镇的部分呢？模拟城镇的部分，我印象里面在内政部的这个部分就有了。来，我想问一下检政署哈，你们这一期施工完毕之后，有把模拟城镇纳入吗？我回去再了解。不知道是没有。是我知道的是没有。我为什么这样讲哦？刚才主任你也讲得很清楚，认为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必须要把它训练到我们的反恐人员有这个能力嘛。那我看到了监察院的报告里面，监察院在今年一月有一份检讨关于这个反恐中心的一个报告里面，有特别讲到说关于模拟城镇的部分目前是没有编入进去的啦。所以我在这边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国土办，如果真的有这个需要的话，你们会不会再重新开会，再把这东西也纳入检讨？这个部分我们会全力来。好，那我想说，可不可以拜托一下我们的国土办吼，近期之内吼，就针对我们的反恐中心，不论是施工或者它未来是否需要扩充等等，近期由国土办，应该是由你们召集的吧？我们会跟相关部会在好，由你们来协调，看是哪个单位召集，就这个部分来提出一个评估报告出来，认为说我们目前的反恐中心到底这样的设施够不够？有没有需要再加强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这样讲？按照国安局最早给我们的资料是认为说，目前在全世界的恐怖主义指数，我们是113，是属于低风险国家。可是我要提的就是说，低风险国家里面也有跟我们类似的低风险国家，最后也发生了恐怖主义的袭击。好，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仅能参考，不能当真。这第一个，第二个，在做一个反恐的训练过程当中，边境的管制是第一个重要的要务，所以麻烦各位。以后不要只讲到机场，还有码头的部分，港口也有。第三个，对于逃逸的外劳，逃逸的外劳，对，就是印尼籍的，他其实就是伊斯兰教为主嘛。那我们不是说他们就一定会有问题，可是在这个部分，对于印尼籍语言的掌握，外籍人士逃逸的这个外籍人士的掌握，我觉得必须要加强，因为我们的逃逸人口实在太多了哈。第四个就是关于你的反恐训练中心的部分，麻烦会后你们重新检讨，就这个部分未来我们有一个改进的一个作业要点。好，以上，谢谢。好，谢谢。先跟委员报告一下啊，我们十点半因为外交部部长有要工要先离席哈，那所以我们待会王定宇委员咨询完毕之后，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啊。那因为国安局局长也是差不多在10:40以前会到来啊。那我们先请王委员咨询。好，谢谢主席。请我们王副局长，请王副局长，王副局长备询。委员长，副局长，我请问一下，你刚才讲孤狼式的攻击，我们国安局怎么定义孤狼式的攻击？什么样的样态才是？
话基本上是他个人的一个行为的抒发，那么不是说这种团体性的或者是有组织性的。比利时这次攻击算孤狼式还是组织性的？我想这应该是一个集体性、组织性的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你的定义好像跟欧洲反恐中心不太一样，他们也是属于 有组织的孤狼。不过你该认为孤狼是一个个人抒发的个人的行动，一个单点不容易找到他的连结，大概是这样去定义他嘛？因为在我们国内来讲，应该是这个样子。你不要从国际上来看，国际上来看他有太多。局长，你们负责，副局长，你们负责情报的整合跟研判。那现在呢？当比利时发生这个攻击事件之后呢，有一个数字就是 FTF， 所谓的这个外国恐怖主义战士的人数，在法国有800人，在德国有600人，在英国有600人，在比利时有400到500人。他们根据这个人数，因为他们有的会回到母国，有的甚至要偷渡叙利亚被遣返回去，所以造成当地这种不管是孤狼式的或者是恐怖组织型的攻击，它的指数就比较高，量就比较大。我这样说没有错吧？应该是。那我请问你，你身为国家的情报主管单位，目前印尼的 FTF 大概有多少人？这个人数我们曾经跟合作友方也请他们提供一些相关的。印尼他们都愿意出来跟讲说，我们这边要注意印劳了。FTF 是这个 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 这个更严重的。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实际的人数。你们有没有掌握？你们情，你做情报研析的、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确实的数据。那我为什么我光 Google 就看到他们的外交部在今年的2月26号就公布，光印尼被逮捕的 FTF 就217名。那是被 那是被逮捕的。我知道委员问我说你有多少人被逮捕，就217个。他们国家的外交都有一些研判数据。马来西亚的 FTF 军团有500人，这些数字都有。我请问一下国安局，你们有没有掌握这个数字？马来西亚多少人？菲律宾多少？印尼多少？中国多少？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你没有注意到中国他们因为政府对抗东土耳其斯坦，也就是新疆，那里也有 FTF、欸。他们曾经有提过，在中共来讲，他们曾经有提过说参加东土耳其斯坦的大概有800多人。那么曾经有这个数字，副局长，但是我们并没有很。北京政府哈，他会认为所有的吐蕃人、新疆人都恐怖分子，他的数字真的只能参考，他们人权记录很差。我现在问的是我们国家情报主管机关，你有没有掌握这一些？因为为什么这个数字很重要？当比利时有这么多人，当法国有这么多人，当英国有这么多人，他不会留在国内犯案呢，跑到荷兰，跑到附近的国家，跑到意大利。有一个帮忙的两个兄弟推锁推车的那个白衣男子是在意大利被逮捕的，也就是这一些 FTF 他会用母国做基地对周边国家做串联做攻击。你连这个都没有掌握的话，我们还谈印尼外劳，那么开玩笑。好，跟委员报告哈，我想我们根据友方提供的资料没有很具体哦，但是他曾经有说在印尼大概700到800人。好，你们这有数字，印尼有700到800的 FTF，比跟法国差不多一样多了，对不对？法国800人呐、啊，那马来西亚军团呢？他们有个马来西亚的军团，他们说曾经加入 IS 的大概有100人、啊，马来西亚有100人，所以马来西亚有100。那刚才你根据你描述，马来西亚我们大概研判有700上下左右。那你们局长曾经在这边说过，说 IS 在亚洲的训练基地已经设在菲律宾，跟他讲了好像是讲马来西亚。还是印尼局长有讲说是那个印尼嘛，讲印尼嘛哈，所以他们有训练基地在印尼跟菲律宾附近，这个有没有确实？你的下属单位一直在点头，你就说是还不是嘛？我实在不愿意在很多公开场合去讲很多我们不希望国人太多恐慌的事情。没关系，这个你们局长描述过，我不为难你。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一个状况，在亚洲，我们的邻近国家，他的FTF 的人数已经到相当于欧洲的人数了，尤其印尼。第二个有训练基地，第三个他们的国家的人民跟我们这边有密切的往来。我不特别针对所谓的劳工，劳工无辜了。所以当面对这个状况的时候，我请问局长，你的研判，我们的出入境能有效控制这些事情吗？阻止这些孤狼或者个别的进来吗？
我想我们透过国际合作友方有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名单，我们可以把它在这个境，在这个国境线上，我们就可以去拦阻。来，我请移民署跟警政署哈，那这个副长继续哈。啊，移民署，我请教你，警政署，就你们掌握的情资，在去年或者我们最近三年，这一些国际，因为美国都有这些名册，列明的 FTF 或者列管的恐怖主义黑名单，试图入境台湾的有多少人？我们在拦阻的，我想在移民署这个地方，我想尽管单位大概有35个人左右。去年一年，去年有35个，也就是平均一个月将近3个人。我用平均数，将近三个，不能这样平均的。他有时候是过境、有时候是过境的。对，你不能讲说他是过境的不算，有没有试图入境的？然后我们请那个没有移民署没有署长，说这些美国提供的或者欧盟提供的这些人名单，去年有35个经过台湾过境，有没有试图入境台湾的？他试图入境，但是我们都拒绝他。OK， 所以有嘛？对，他有试图入境。他想要进来，但是我们在国境线上就试图入境的有多少人？离开了35个。试图入境的35个。对，那过境的就不止喽。不，过不，你们两个单位要不要协调一下？最高指导机关是国安局。不是，你这样子当场是改闹鬼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35个，去年总共是35个人嘛，要入境，这里面包括。这本人包括35个，里面包括过境的，包括入境的。OK， 那入境的有多少人？光一年？没有，没有，你们都不让他进来嘛？可他想进来的有多少？他想要进来的讲的话，我这个比例，我现在目前是没有说有想要进来的嘛？对，有确实想要进来。那你们面对这种想要进来，你们标准做法就是把他挡住，不让他进来。对，因为高雄曾经有个要进来，你们还派2个警员陪着他，就让他上飞机走了嘛？对对对，好。那我现在问哦，我也希望国安单位注意这个事情。这一次，欧洲成立一个 ECTC 哈，最近成立的这个欧洲反恐中心。欧洲反恐中心目前正在检讨的一件事情就是，旧的反恐思维是属于跨国的反恐的作战以及边境的管理。可是，在比利时甚至于法国发现。大量的公民，也就是境内的社区规划的穆斯林，我只掌握他不是外来的难民哦，也不是外来的新移民，更不是境外列管的所谓的 FTF 哦，反而忽略了内部公民社群社区的情报管理，所以在 European Counter Terrorism Center， 他们拿着讨论的是开始要调整情报管理的，不管是比重或方法。副局长，你知道这个事情吗？知道。那所以他以最近刚逮捕的这个沙拉赫在法国恐攻之后跑回他的故乡躲了4个月，他们发现不是伊斯兰国很厉害，是他的社区很厉害，社区邻居地区型的小型的犯罪团体去保护他，保护了4个月，后来被抓了之后，这个恐攻，这也是比利时的恐攻就发生了。所以本席这边提醒国安单位就是。我们都只注意边境管理。我请问国安局副局长，你可以回答就回答我。如果涉及国家机密，我不勉强你。那些试图要进来台湾的，要接触谁？你们有没有掌握？我们会透过我跟委员报告，我们都会有我们的专案机制在这个地方哈。我们像我们的专案机制，所以会进行掌握嘛？我这样讲会进行掌握。对 对, 对, 对。所以试图进入台湾的，有时候我们把他挡住，让他走了。有的人会用放进来跟着看他去摸了谁，我们当然不能冒这个险，但他会试图进来，甚至于有邀请单位，甚至于他来访，他进入境时要填一些卡片，在飞机上就要写了。我们针对那个对境内他试图接触的这些恐怖分子试图入境接触的，我们公安局是有专案进行控管的。对，我想委员你应该很了解了，了解就好。不是，我说你也很了解。我不问你数字了哈。可是我现在比较害怕下一个事情哦。你知道，这一次的自杀沙兰克兄弟这对兄弟哈，这个卡利德跟这个伊布拉罕，他们两个人，美国早就通知比利时，他们两个人在最近被土耳其遣返两次，一次两次都是偷渡要去叙利亚，
然后呢，我两分钟用完了吗？还没有，好，还有两分钟。好，遣返哈，他要遣返了荷兰，遣返了比利时，土耳其还通知当比利时当局安全当局说，哎，这两个是圣战士，不管，让他们推着推车跑到了机场里面，炸弹捷运站炸弹炸死了三十几个人。我们现在国际的恐怖分子的，不管是 FTF 相关的情报通知台湾。通知的单位是国安局、警政署，还是调查局，还是哪个单位？是以我们为主，以你们为主嘛。那我们现在被通知的列管的名单，那个 database 有多少人？哦耶，我想我这边不能回答。哦，你不能回答，所以有一个 database 在那边，但人数我们就不问了。你若涉及安全，你不回答，我尊重你。那根据这个 database， 我们看到比利时他们通知之后，变成是一个区域的警方在处理。所以动作不会太急，我们会犯这个错？不会，绝对不会。哎，欸，这不是开玩笑的，欸，大家的目标都在这里面呢，欸。我们都有一个专案机制在运作，我们都会提高到相当的一个层级来做处理。好，我请调查局哈跟警政署留在这边，副长你先回座了哈。谢谢委员。在比利时恐攻死亡三十几个人以后，没有多久。比利时核电厂的一个警卫被杀掉，他的工作证被拿走了。然后呢，我相信国安局应该要把这个消息分享给情报单位哈。欧盟的反恐主管哈叫做戴科乔夫，戴科乔夫说，未来五年，这个是欧洲联盟反恐的主管哈。戴科乔夫他说，未来五年，核电厂跟其他重大基础设施被攻击的可能性非常高。攻击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实体的攻击，一个是网络的攻击。我请问一下调查局哈，抱歉主席，我最后一分钟哈。调查局，我们核电调查局或者是调查局，我看你们的报告里面有写，你们对重大设施有在掌控嘛？掌控一些特殊的外劳或特殊的人，有掌握一定的人数吗？我们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我们是做全面的检视跟。相关机关单位去没有，你们这边讲针对可疑外籍人士、激进外劳、生产爆裂物之化学工厂进行清查建档，有档嘛？有个档案在那里嘛？是，我们会去。所以，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士正在接触我们重大设施或者其他，不管是化学工厂或者核电厂？目前没有。你们掌握档案人数是零？不是，我们目前包含制造爆裂物的工厂，我们是就这些。在社区里面的工厂或者是化学生行，我最后想问一个很清楚的问题：实体的攻击，也许你们好防护，我们有保二总队在保护，对不对？网络的攻击，你们有能力吗？我们不要随便回答哦。欧洲、欧盟都说他们不一定有能力可以应对哦。我们尽量在做，尽量。核电厂的治安，重大化工厂、炼油厂的治安，是靠尽量。公园报告。这个核电厂的治安基本上，你知道我们的治安条例，我们的治安条例哈，治安部门现在被本院冻结的治安条例，我们试图冻结了，还有废止哈，废止的治安条例，还有相关的人数的拨件，你知道那治安条例里面规定的，把民间的法人资策会100多个人直接拨到科技部下面当做行政法人，然后他们的业务没有零业务都是资源咨询协助，你觉得这样子可以维护我们的安全吗？治安办他们现在针对这个所谓治安安全法目前还没有定出来，所以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做评断，所以现在没办法评断。我们时间到了，我们有个漏洞在这里啊，要注意啊。好，谢谢。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啊。
然后还有电脑又起来一起。
对啊，我刚不是接了延长线电话。你连我都没电，刚刚有电，刚刚有电了。就局长来了，我就不跟他那个。下半场他可能会用到，对对，我们的是白的，嘿，他现在开起来了，他也在预备，好 ，OK， 右边那个才是我们的，是。
好，我们继续开会。我们是不是前面这边稍微清空一下？来，请江启臣委员。好，谢谢。麻烦主席邀请我们的这个公安局的局长还没来嘛？哈。副局长，局长到了吗？快到了，是不是？好，没关系。那个就国安局跟国土办公室啊，那以及我们的劳动部。好，请三位首长。等一下，局长来，再请局长上台备询好了。好，是委员好。我先这样请教哈，就是说刚才其实好几位委员都质询的重点都有提到，就是台湾到底有没有对反恐做好准备，这已经不是一个新议题了，这已经是起码我在立法院过去这几年我们一再重复的问题啊。那不管我在内政委员会跟外交委员会，我们都针对这个问题问过，尤其我们的国土办公室哈，还有国安局。那这一次比利时这个事情发生，当然我们还是会问说，到底台湾准备好了没？我在这一次的比利时事件啊，第一时间的时候，纽约市长讲白思豪讲说，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战。当然台湾不需要讲这种话，但是我们想要知道说，台湾是不是有做好准备？那从刚才的这个答询当中，我们知道。政府单位的确有做了一些准备，你也做了一些演练，但是我们不免还是有一些疑虑啦，或者还是认为说某部分我们不是很清楚，到底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了没？哈，举个例来讲，我请教一下，我刚刚听的这个国土办啊，你们的这个报告里面，你有提到在去年104年，我们办了10场的相关演练，哈。对不对？啊，十场的相关演练，大型的演练的部分有十场。委员是不是请？对，我们请局长上来好吗？好，好，局长，局长请啊。那副局长，副局长请回。好，那个没关系，局长，那你我先问一下主任哈，我先问一下主任哈。那个主任是这十场，你注意去看哈。你们的演练基地啊，几乎都是机场啊。然后天然气厂啊，当然还有机电房啊，都有。那当然，我想请教一下，这一次它发生爆炸的地点两个，一个是机场，一个是哪里？一个是地铁站。地铁，地铁我们有没有演练过？我们台北车站。台北车站。台北车站。那沿线的这些地铁有没有？包括台中、高雄都有做演练，台北车站是最主要的。台北车站对。高铁有没有演练过？高铁有，我们在台北车站跟委员报告，就是包含了捷运、台铁、高铁。我们在去年9月做一次大规模的反恐演练。好，那这一些除了演练之外，你平常如何提高它的戒备层级？跟委员报告是你们在做管控，统一指挥还是交通部？这个是由交通部做统一指挥，交通部做统一指挥。那在院里面会针对这个部分，尤其比方说我们在，比如说以现阶段好了，上礼拜你们也开过会议嘛，是，你们有跟交通部讲说，现在你高铁要提高你的安全维护层级吗？我们请他们做加强的戒备。我每天坐高铁是，老实讲，我没有感受到，主任，我真的没有感受到，甚至啊，上礼拜有一次突然在。一半当中停车啊，我还真的蛮担心的。好，那就突然就停下来，那停下来也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他只说因为某种技术的理由，他必须先停，请我们不要紧张。好，那我意思说，我每天坐高铁往返，我没有感受到说我们在整个防护上面有什么样子的层级的提高啊。跟委员报告，高铁在102年的4月12号的时候，曾经有发生在高铁的车站、高铁的列车上被放置爆裂物，就是胡宗贤那个案子。他当时除了在高铁放置爆裂物之外，也曾经在新北的一个民意代表的服务处也有放置爆裂物。那个有抓到，我知道那个人有抓到。那在那个案子完了之后，我们就已经跟交通部还有跟相关的国安单位一直在特别要求高铁。
对他们整个列车的行运的安全，以及他们各站的紧急应变的部分，一直不停的在加强、在修。我为什么这样问哈？因为这连接到，后面所讲的，就是我们逃跑的外籍的人士，劳工当然有五万多啦，人士再加进来可能不止啦。这五万多里面，你们也讲了45%是印尼的这个劳工啦。那所以其实我们反恐除了主角于境外 之外以外，境内的这部分你怎么处理？这些已经在国内的你要怎么处理？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那再加上说印尼的这一个局长啊，瓦西迪，他所提出来那一种善意的提醒啊，我真的觉得国内的防范啊，现在搞不好比你要主角于境外这件事情来得更急迫，来得更急迫啊！所以境内的防范除了你的演习之外，刚刚讲的是交通啦，他这一次比利时是核电厂，那核电厂我们有做过相关的演练吗？报告委员，有，核电厂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关键基础设施。比利时的这个核电厂在最新的资料我们看到，它是有它的员工本身，它有加入 ISIS 的这一个组织。OK， 所以你提到说加入员工加入 ISIS 的组织，所以我也想请教，就是说在调查局的报告当中，当然调查局是不是请一下调查局的这个副局长，你们讲说103年到今天，本局透过国际合作友邦，当然友邦是哪一些我可能等一下问了，你们说你们外勤站跟驻外人员收报 反恐的情资啊线索有22件，经过过滤清查啊，涉恐的对象有8案啊，然后这里面可能有很多不满政府的原因啊，或者是工作家庭不顺啊，个性偏激的、等等哈，然后他们去发表了支持所谓 IS 的言论，对不对？是。我请教一下，这八案是外籍人士还是我国籍人士？全部是国籍，本国籍。不是，有一案是国际友邦提供的两名外籍人士，但是没有入境，没有入境。其他的其他六案。其他六案还有一案是跟外籍劳工有关，跟外籍劳工有关，但是基本上做过清查是过滤掉了。好，另外一案是刚才有委员提到的，好，网络上的一些状况。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哈，第一个，我们跟友邦合作，这个应该管道顺畅吧？我们调查局所负责的友邦，基本上我们都加强联系中。好，我想这些应该不是邦交国啦，都是一些我们重要的这些国家哈。那请教一下，国人有加入 IS 的吗？目前我们没有资料。目前没有资料，然后或者有没有加入 IS 以外的其他回教激进团体？目前我们也没有资料。也没有资料，是没有资料，还是没有掌握，还是完全不知道？在我们的清查范围之内，我们尽力。清查范围之内没有，也没有情报，也没有情资显示，就对的。目前没有，还是有？没有，没有。那我请教一下，如果依照国内法，我们有国内的人，我们的国民想要加入 IS， 有没有违法？到目前为止没有，没有哎、欸，没有哎、欸。所以如果国人要加入 IS 是不违法的哎、欸，那你拿什么抓他？今天我们的是以他的行为为主来判断。他的行为是说，你是意思说他加入 IS 之后才违法，对不对？加入 IS 要对我们国家，要对，而且是加入以后对国家或者有采取恐怖行动才违法、欸，所以你没有办法禁止台湾的人民去加入 IS 啊，对不对？目前是这样。调查局局长、国安局局长是不是也这样认为？确实，委员切到要害。我非常敬佩这个看法，因为我们政策工具啊，没有政策工具没有，法律工具没有，法律工具没有，那怎么办？要立法，原来要立法，原来有立，但是这个过程呢、就没有完成，没有完成，没有完成，是什么原因没有完成？
这是上一次的会期里面就没有。哦，上一次会期没有完成。是是是。那这一会期要不要再立？要要要，非常非常。那请国安局或者相关单位，包括调查局，是你们会整一个法律案上来嘛？是，对不对？我刚刚问到说，台湾人民加入 IS 不违法哎、欸，那怎么办？你相关的行政单位、检调单位、调查单位、国安单位，你要如何去防范呢、啊？因为他不违法、啊，你今天就算我在网络上公开支持 IS 的言论，请问调查局、国安局，你如何抓他？对我们，你抓到他说我言论自由啊，我不违反台湾的国安法律啊，即便美国说，哎，你这个公开支持 IS 是属于恐怖行为，但是依台湾的国内法，你找不到法罚他、啊，这是问题啊。所以赶快提出来好不好？我不晓得怎么修啦，但是你们比较专业，可不可以提出这个修法出来？或者是政策上面，我们可以让你们去做好反恐准备工作的政策命令也可以。全责机关一定会做，好不好？是的，好，局长，谢谢委员，拜托你。謝謝。虽然说520有交接的问题，我觉得反恐没有交接的问题啊，不能有反恐的漏洞了。国安啊、哦，国安没有颜色，国安也没有颜色，没有错。你上次也提过了哈、哦。好，另外我回到瓦西里他说韩国他们有查到了两名的印尼劳工加入 IS， 他说香港、台湾也要提高警觉。特别是那些有佩戴 IS 标志识别标志的，我听到这个之后，我心里想，如果我是一个外劳的雇主，或者我看到有，我们街上这些可能是外劳的，哦，或者外劳以外啦，请教各位长官，我如何辨别什么叫 IS 的标志？目前我们还在收证当中，请问是类似像这一种标志吗？这是他的旗帜嘛？哈、哦，是把它缩小化以后叫做 IS 的标志吗？还是就是说，局长，我们今天要宣导，我们要防范，我们必须很清楚的告诉老百姓，告诉我们人民说，你如何注意周遭可能有类似状况的人出现，我才能够跟你检举嘛。可是现在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可能是印尼的移工，他是外劳，而且他合法的，但是我无法辨别，我总不能从他的言论当中，他除非他的言论主动透露出来嘛，或者我知道他跟谁在做活动，所以这个问题我请教我们国安单位，你们的判断到底你如何告诉人民？我们会，这已经列入我们的情报收集要项之一，因为我们也不具体的知道说他 IS 的标志是什么，你也不知道、啊，不知道，所以我们没有人知道 IS 具体标志是什么。现在我们已经我们透过我们的情报系统已经在收集。我觉得这个你赶快跟你的国际的相关的这些管道来了解，到底 IS 的具体它的标志识别标志是什么，否则瓦西里讲那个是没有意义的啊。对对对对，他讲那个是没有意义的、啊。是。就是说，到底什么叫做佩戴 IS 的标志？难道他脸上写一个 IS 吗？这很奇特，我们会注意。不可能了哈。最后一个问题哈，主席不好意思，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目前我们逃跑外劳有52,000-53,000人，可是为什么逃跑外劳抓不胜抓，防不胜防？我们的逃跑外劳没有刑责，只有罚款，最多。罚10,000元，对不对？是的，移民署那个什么劳动部的副部长，对不对？罚10,000块，对不对？是对外劳，所以嘛，所以他当然要逃啊，因为他的好朋友跟他讲：“你好笨啊，你在工厂啊，一天1,000块、2,000块啊，我在外面赚的比你那个还多啊，一个骗一个，一个骗一个、啊，集团式的骗出来，骗出来之后，后面有集团在养他。”甚至用毒品控制他，你们知道吗？然后这些外劳被抓到了之后，没有刑责，10,000块，罚完还让你遣送回去。所以我们的法令怎么会这样子啊？你是鼓励逃跑啊？这是一个啊，源头端没有做好控管就算了，尾端在抓的时候抓到了，10,000块，哎，可以回去了。
这不对吧？劳动部难道没有说要修法吗？嗯，包委员，我们这部分的对于外劳的处罚的话是3万块钱到15万。对，对，但是没有行者，是罚钱了事、啊。对，那这部分我们也有曾经有各方都有言意说要把那个罚则给提高，那甚至有更重的处罚。但是在这个非常的困难，就是什么困难？有人。国际人权、劳工人权组织的、欸、部长，我请问你啊，今天如果你在台湾，你犯罪，你逃跑，难道没有行者是罚款了事吗？这是人权的问题吗？这不是人权的问题啊！你今天违法了，这个国家本来就可以科予你行者嘛。我们的主权在哪里？对，对不对？然后你让这一些花了大把的人力，我们的行政机关，尤其移民署这些单位，累得要死，抓不到几个。抓了要跑，抓了要跑， okay, 对不对？委员时间到了。好，所以我要求你们跨部位赶快去协商解决这个问题啦。好，不然你会防不胜防，抓不胜抓。好，谢谢。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刘世芳委员咨询。好，谢谢主席。我想请国安局、法务部调查局，还有国土安全办公室。好，我们请国安局、调查局、国安办公室。对，我先请国土安全办公室哈，石主任先请教您一下，您在做的是有关协调所有国内的相关单位在处理有关反恐的事宜。是。你能不能告诉我说，包括国防部或者国安局在内啊？现在处理有关国安事宜的人有多少人？在我们办公室来讲，哈，我们跟不是包括我们的，包括譬如说外交部也好，法务部也好，国安局也好，国防部也好，这些多少人？这些单位他们有多少人，我并不清楚，哈。那你不是在整合吗？但是每一个跟我们办公室的联系管道是非常的畅通。那你有多少人？我们办公室目前是有18位同仁，只有18位嘛，对不对？18位同仁，所以是不是会太少了呢？我们对，因为我所了解啊，你们大概在处理的都是属于公文的转合比较多，并不是真正在处理第一线，对不对？办公室是行政院的幕僚单位，我知道。真正在执行面上是相关的部会。我建议需要再主动一点，是主动一点，不要太被动。因为在我们的报告里面呢，很多人都说啊，有关反恐的工作要外驰内张。但是我感觉到从这一次开始发生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好像我们有点裸西灵气啊，是外驰然后内也驰了哈。我先请教您一下，我先请教您一下就好了。我们一般讲 IS 啊，到底是 IS 还是 ISIS 还是 ISIL， 到底是哪一个？跟委员报告哈，比较正式的说法应该叫 ISIS ISIS， 因为 IS 这个国家叫做伊拉克及黎巴嫩伊凡特共和国，伊斯兰共和国。那这个我们 IS 是他自己，我说我叫 IS， 但是世界上并不承认这个伊斯兰国。这个组织是在1990年代在约旦开始，在2003跟2011叙利亚跟伊拉克内战的时候，扩张的很快，对不对？扩张的非常快。那我要跟你讲一下，在我们各单位的报告里面呢，不是像你所写的只有写 ISIS， 还有人直接就写 IS。对，我们基本。所以我想说，我要跟你讲说。我们一定要证明嘛，你要弄清楚说我们现在到底处理的范围是指谁哈？那我再请教你，为什么我们一般媒体上会讲圣战士？圣战是指什么意思？这个是伊斯兰他们一个教义的部分。那在 ISIS 他们的认为，他们自己本身是唯一能够代表伊斯兰教徒，同时全世界都必须要在这个他们所谓的圣战是指什么意思？圣战是指我们一般妄为生意说是神的战争吗？他们可以为着他们的教义来从事任何的，还是他们的教义说要跟他自己心中的魔鬼来做奋战才叫圣战？不是指为他们自己本身。所以你认为 ISIS 他这个是属于政治性的恐怖组织，还是宗教性的恐怖组织，还是？复杂的有政治、经济，也有宗教。跟委员报告，以 ISIS 目前他在世界各地所从事的各种恐怖活动来讲，其实涵盖的范围已经不只只是在宗教的部分，还有包括政治的，甚至于还有部分包括是种族的部分都有在里面。那我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看到所有的台湾目前呢、啊、媒体露出会认为 ISIS 呢他们的工作他们现在呢让我们最感到可怕的不止砍头，
还有很多像这种孤狼式或是组织性的孤狼性的攻击，其实他们现在是最有钱而且最嚣张然后扩张最快的恐怖组织，而且是一个准国家，是不是这样子？ ISIS 的特性基本上来讲，第一个部分当然在经济能力上，它相较于其他的恐怖组织，从它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它的经济来源就相当不错。那么在它2015年成立的时候，它本身有夺取了一些伊拉克跟叙利亚的油田。对，我现在就要请教一下，我们刚刚很多委员在问的时候都是说我们边境的管制啊等等这些，请问一下，我们除了跟那个 Interpol 有联络，或是其他的国际反恐组织，包括我们的友邦国家以外，我们的洗钱防治组织有没有列入进去？报告有，我们好，我要请教法务部调查局，法务部调查局嘛，哈，请教一下，我们的洗钱防治是由调查局负责，是好。很多人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们边境管制呢，把有这个嫌疑的或是有这种类似这样子的宗教狂热的人呢，把它阻挡在境外就好。那万一呢，我们台湾有一些经济性的活动是间接性的来鼓励或是来参与 ISIS， 譬如说 ISIS 是不是有油田，是 ISIS 是不是有银行，你能不能告诉我他有多少油田，有多少银行， ISIS 的总值是多少，这个准国家他们整个国家的总值是多少？哇，有钱啦。这个部分我没办法跟委员回答，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料。不过我可以跟委员报告的是说，请说。因为现在我们调查局这个已经跟法务部做了报备，法务部也已经完成立法草案，反制恐法目前已经正式复委，我想我们会针对这个部分，就反制恐部分。那你还没有法案，如果还没有完成之前，那怎么办？现在是空窗期啊。没有完成之前，我们针对于特定人士他的资金，我们会。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台湾有没有发生这样的状况？譬如说，我们现在在台湾的中油或者其他的，有没有人买油买到 ISIS 的油田去？有没有人在银行的转账过程当中转到他们银行呢？我听说他们有20多个油田，听说他们银行也是好几十个。会不会有人在转来转去的时候，这个钱大批的钱进出变成是 ISIS 经济上的帮凶？有没有可能？这一点法务部调查局有没有这样做到？我们目前没有做这个。来，国安局，局长。委员好。您知道吗？就是在洗钱防治上面啊，在所有 ISIS 他们的所有连结系统里面，因为台湾很多人做生意，跟美国做生意，跟欧洲做生意，跟东南亚国家做生意，这些国家都曾经发生过反恐的事件。那不要忘记，我们有很多经济活动啊是非常活跃的。那有没有可能就是经由这样的管道，不小心就是落入变成 ISIS 他们的经济上的帮凶？有没有可能？有可能。那这样子，国安局要怎么处理？我们也是透过机制，反恐联盟，对吗？好，那我再请教一下，在反恐联盟里面参加的国家总共有多少个？参加反恐的目前被列为反恐，当然是美国为首，对不对？反恐联盟大概有几个？64个。64个左右，这64个国家里面曾经被攻击的有几个？这个要算一下。要算一下。算一下。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们参加这个反恐联盟要做什么？只是为了让 ISIS 说啊，你台湾也有敌的哦，较注意的哦。我要是来给我先说明啊。是，请说。我们没有具体去参加反恐联盟，我们是被 ISIS 列为说我们是反恐。那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要不要参加，还是我们觉得我们最好不要参加，所以不会被 ISIS 列为要攻击的对象？不是这样说，因为那你们的评估是什么？因为参加他要先把我们列为是一个国家，这是牵涉到外交问题。你被 ISIS 列为国家，你觉得这样很高兴吗？还是非常痛苦啊？不是，这是 ISIS 是他单方面把我们列为一个我知道个体，还排在美国跟英国前面。但是你要参加 ISIS 这个反恐联盟，目前我没有听过说反恐。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就是美国的这个全球反伊斯兰国联盟到底是做什么事？还是只是一个联盟，那火兄就取暖点后啊，等到发生事情的时候再来收拾善后。我们在情报方面，我们这方面的障碍是少的。所以其实牵涉到一个名称，它的复杂度就来了。所以其实它只有在情报的交换上面，我们有获得具体的这些情报交换。是的，效率快。
是，然后知道发生状况，是，其他的一切作为都是假的。譬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加入国际刑警组织，我们已经有参加洗钱防治联盟。那这一些不管是经济性的或是政治性的反恐行动的作为当中，有任何其他的应变措施，我们都被排除在外。我们只有很倒霉、很衰，被 IS 放在网站上面说，我们这个就是属于全球反伊斯兰联盟里面，如果有事情的话，也要找台湾算账，是不是这样子？这个我不评论，但是在人道救援方面，我们做的是够力的。人道救援方面，情报交换也是基于人道救援，是。那么这是无碍的。我建议牵涉到国家个体，它就有复杂度会产生。是这个我不论它。我想以国安局的能量，国安局的能量，或者法务部调查局的能量。在全世界反恐的资讯方面，应该是很快可以收集到。是的。然后针对台湾应该有的作为，哦，请你们可以努力主动一点，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外驰内驰，这样不好，是保持外驰内张的状态。是。另外，我要请教一下，在台湾未来的两年呢，有可能发生的这个大的事件，譬如说世界大学运动会，譬如说即将到来的520总统就职典礼，是。这里面有没有可能跟反恐的情资有关系，然后我们有一定的作为，这些事情这是我们最努力的地方。现在目前最急迫的就是这些东西。可能要请我们国安局的其他相关的同仁呢，要努力一下，谢谢，因为我们台湾担不起这样子的措施。一定，如果有这样子的错误发生的话，其实会非常糟糕，会重挫台湾的经济，不是只有我们的和平的形象。那同时，我也要建议国土安全办公室，刚刚好多位委员有提到，我们在做很多演习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人多的地方就是需要做演习，包括讲了海港，还有首都。好，另外我会建议一下，其实金融单位啊，在反恐的里面呢，千万不要把它那个落掉了，一定要加进来，因为我们呢，很有可能很多人不会去参加所谓的这个圣战组织，好，因为宗教的信仰等等，台湾大部分人都不是属于穆斯林的信徒，那台湾的穆斯林信徒呢，都是比较和平的。好，我们是怕的是外来，可是我们就很怕去踩到地雷。好，也许我到东南亚国家或是中东国家哪个地方去投资1000万美元，好死不死，可能那1000万美元的油田可能就是 IS 他们自己本身的财产，那这样反而变成是帮凶。好，我想这样子不好，因为前一阵子呢，在制裁北韩的部分呢，就有几位台湾人上榜，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国安局都了解，我们就很怕有这样的关系的连结，对于台湾未来的和平发展的形象不是太好。是的，所以是不是可以请国安局啊，这方面特别处理一下好吗？一定。好，那我再请教一下，谢谢国土安全办公室。目前为止啊，懂这个阿拉伯文、知道反恐的，在台湾的人大概有多少人？有训练的，不管是哪一个单位的。在我们办公室哈，是不是整一个？我刚跟你讲过，如果你是协调式的，你不要只讲你们18人当中谁会，我不想听到这些。这个部分。对于国安局有没有人，国防部有没有人，法务部调查局有没有人，警政署有没有人，你们看得懂他们的网站吗？是跟委员报告哈，对于整个在阿拉伯地区反恐情势的，包括国安局或什么，都有非常专业的人。那么包括国安局在内，也有专门懂阿拉伯的人。专业也要语文的专业。有国安局这边有。你晓不晓有一个新闻，AMAC News Agency， 你知道这个？你请看一下 ，AMAQ News Agency， 晓不晓这一个？这个网站上面呢，它标示了很多不同的阿拉伯文，但是只有英文的版本。我建议你们看一下好吗？好，这个部分真的，你如果不懂任何的其他阿拉伯文，不会只有一种啦，有相当多。刚刚有人提到有印尼文啊、马来等等这些，好不好？我建议啊，在资讯安全上面啊，还有金融安全上面啊，要特别注意一下，可能是我们比较弱化的一环，好吗？局长，您可以回国安局长可以回答一下吗？是的，这个方面的努力一定要做，谢谢麻烦一下好吗？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吕玉玲委员质询。吕委员质询完毕之后，我们先处理临时提案。谢谢主席。主席，我们可以先请一下我们国安局。国安办公室、外交部、国安办公室、调查局、调查局，还有移民署、劳动部，劳动部，请好，谢谢。
全部。好，谢谢哈，各位长官。我们早上讨论了这么多，大家都是非常关心着台湾的安全，尤其是现在国际的反恐组织啊，一直有一些攻击的事件发生，而且比利时的攻击事件才发生完毕。所以在去年，我们的警政署也有请我们中正大学做一些国家安全的一些调查，尤其在调查当中，我们所有的民众啊，将近 46.2% 都非常担心这件事情。所以本席想请教我们各单位对这个安全这个情形，你们来评分一下，台湾目前在反恐会不会来攻击这个安全范围，你们来做一个评分好不好？我们先请国安局，你认为呢？我认为我没有办法用一分到我没有办法去评分哈，发生一件我们你们有资料可以显示吗？只要发生一件我就破功了，我就零分，这个不可以这样去评分，因为你有掌握啊。我们美国有给我们情资，有掌握，但是不全的情报永远不周延。如果我们的、那你们不是做了10次的演练，那又掌控情资，你这个没有办法评估出来，你怎么让我们国人去安心呢？那其他单位，只要发生一件，公安局，我永远你不能说出来。那其他单位，外交部。外交部基本上尊重我们国内安全单位的评估。像刚刚我是你自己有没有评估？我们自己你不要看人家没有评估，你就没有评估呢？是我们自己也是根据我们的国内安全单位的这个评估报告来做一个评估。有没有几分？你认为安全程度？我想我是非常赞同啊，刚刚杨局长啊，国安局杨局长的说法了。因为像这种事情，不是100分就是0分，这样。国安办呢？报告委员，我个人本身是非常赞成国安局杨局长的说法，因为所以前面有一个人说了，不是不能说，你们通通不敢说了。跟委员报告，你们没有各自的情资去评估吗？跟委员报告哈，这个东西我们只有做最多最多的准备。现在我们民众人心惶惶，大家都不安心的，你们这些重要的单位，你们都不行评估出来。那国人怎么放心呢？请委员让我说明。我每一次在开会的时候，我绝对是用100分的力量在做这件事情。做下去了，我要求他保持100分。这个国安的事情发生一件就是不得了的事情，我能够说我100分。我在问你安全程度，当然不要发生了。只要不发生，都是100分。你们掌控的多。情资能够控制得好，就是很安全。这样子你都不能评分出来，我怎么去评分嘛？这个没有办法评分嘛，没有办法量化。好，那我接下来我做最好的准备。你没有办法评分，我来假设松山机场如果被恐怖分子放炸弹爆炸了，那扣掉除非应该有的所有的应变的单位之外，现在在场的你们这几个单位，哪一个可以先行出来做？运作哪一个会先出来运作成立指挥中心的哪一个？你们几个单位谁先出来？交通部是。跟委员报告，在我们目前的机制，松山机场它是属于国内的机场，已经爆炸了，交通航线。如果一发生类似恐怖攻击，马上成立的就是交通部的所属单位，马上成立应变机制。啊，多久的时间？马上。马上是多久？就即刻了。你们不是有眼泪吗？对，就是即刻了。即刻有发生10分钟半个小时吗？我跟委员报告，他这一分钟有发生爆炸，下一分钟他马上就即刻成立应变中心。在机场本身我们做过演练，松山机场这个不带命令了，他有发生爆炸就马上就成立。多久可以抓到嫌犯？非常困难，跟委员我们会机场都有监视器，你们在这里抓不到。跟委员报告哈，如果这样子的话，任何弃凶逮捕的过程当中，国内的各个治安，你说交通部马上嘛，国内的治安执行面一定会全力来做，这个绝对毫无质疑。所以你们演练了10次就没有演练到说，这个嫌犯多久会逃离，多久可以抓到，你们都没有演练。如果说在机场放炸弹，松山机场放炸弹，他如果坐捷运20分钟就到车站哦，40分钟就到桃园的机场。各位长官已经出境了，那就抓不到了。
机场有监视器，如果主机爆炸了，那你们有没有储备存档资料？在云端有没有存档？有没有？跟委员报告。你云端有存档，你就可以在画面上就可以抓到。跟委员报告。何况美国有情资给你们，有面向有资料，台湾有可能哪些人在我们台湾？你们就要掌控所有的动向，怎么会通通在这十次演练中没有评估预估得到这种状况呢？跟委员报告。在您刚刚所提到的，就是嫌犯他用任何可能的大众交通工具所做的部分，其实在实际执行面的单位里面都有去做一些考量。我用一个个案跟委员做报告，就是在102年4月12号，我们的高铁发生被放置爆裂物的部分，在新竹到桃园的中间放置爆裂物，接着在新北市的某一位立法委员的服务处也放置爆裂物，这个歹徒也是在事后马上就跑到中国大陆，那隔没多久内政部警政署也把这个人抓回来。所以基本上就我们发生个案上来讲，我对于后面的在整个逮捕弃凶整个的过程当中，我自己跟我们所有相关执行单位，我觉得我对他们是有信心的。你有信心，所以本席也要有信心，全国的民众也是要有信心，所以才会假设这种状况我们怎么来处理，尤其是嫌犯要即刻抓到啊，要不然松山机场放完炸弹再换台北车站放炸弹呢，会连锁的。所以你们说你们有十次的演练，所以本席还是对你们的演练啊没有务实在做演练啊。所以我问你们时间多久都要到犯人，不知道啊，早就到桃园机场跑掉了，这时间你们都没办法掌控。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各个单位啊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尤其是现在我们外劳啊在台湾的失踪人数5万多人啊， ISS 如果是被他们吸收去了做一些反恐在台湾，我们国安办你有控制有掌控这些人失踪的人在哪里吗？在台湾5万人呢，在各县是怎么分布的？我们劳动部，劳动部，哎，刘委员好，这失踪的人你们有没有掌控啊？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没有办法从现在5万多人到底怎么分布，我们目前没有这样方面的讯息。移民署呢？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是做积极插机的一个活动，就是有这个5万人啊失踪在台湾。台湾的反恐这个情形啊发生的机会不是等于没有，你们不敢评估不是等于没有，所以本席才要你们去评估这个安全性。所以我更加的去了解，我们在劳动部跟移民署啊让这个外劳进来，女生大部分都是在做看护，男生在做劳工，这些失踪的人数如果我们没有据实的掌控是非常危险。那这进来的人每一个人哦都有做一个安全检查，在他们的国家都没有犯罪事实，那为什么到台湾来犯罪的事情这么多？难道台湾很容易犯罪吗？会引诱他们犯罪吗？或者是说我更发现的就是我们在评鉴这些劳工啊还分两等级耶，一国两制，针对这个做工厂劳动的这个蓝领阶级的，他们就要良民证，要做他们国内的考察考评估，看他们有没有犯罪的事实。那至于对于那些一边研究的人士或者教育的，通通不用。为什么这么做？而且在103年，还有发生过一个教师有恋童癖，有这种情事发生，所以我要请教。劳动部这种情形我们为什么分两种制度？我们出国到美国去观光哦都要良民证哦，那为什么劳工过来我们这边你还分两个等级？是跟委员报告的是对，就是一般的外劳，就是我们一般来所说的看护工，或者是那个制造业的外劳。那所以教育的就不会发生吗？我刚刚举例给你听哦，是就恋童癖的这种情形，所以我们要修法，通通要有个犯罪的检验，
在我们国家不能犯罪，降者良民证，好不好？这部分，这部分要做修正，通通要检验。是，我们会研究是不是目前的机制的部分的话，哪边要检讨，然后要怎么样来修法的话，那我们会检讨。因为啊，我们这个事情呢、啊、发生了，就像103年的时候，9月17号就有这个来台说要做从商的一个商人，从高雄的小港机场进来。进来当然没有进来，你们没有把关呐、啊。我们国安办、国安局都有把关，有抓到，有抓到就要把他遣返呐、啊。啊，这个是中东人士哦，对不对？你带后来，你从高雄把他带到桃园机场要遣返，华航飞机还不带把你们遣返，结果你们还用别的航空公司再遣返回去。所以这个已经曾经发生过了。所以我是说，这个发生之后，我们的台安办，你有没有掌握？103年之后有这样子情形发生之后，还有没有？据我所知的资料说，每一个月都有一件，是不是？国安办是每个月都有一件这种情形？没有吗？那我们收到资料是每个月都有类似的情形，那你们都不敢说啦。比利时事件发生之后还有没有？如果一个月一件，那这个月还有没有？目前没有。目前都没有，没有，你们都有据实掌控吗？对，确实没有。因为啊、伊斯兰国这个伊拉克，他们都把我们列入是攻击的对象，对不对？这个情资你们有吗？有吗？我们有掌握。刚刚的图表都有出来了。我们根据国际合作的掌握相关的这个情资里面来讲的话，只要有这个。会有一些名单出来，这个名单来讲的话呢，我们所以我们有收到情资，我们也是对象之一，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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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我们才会做演练，所以所有任何的状况，我们现在请出来的各位单位都要用心的去掌控情资，所以我才一直在问，目前台湾有没有嫌疑的有在你们掌控之下，有没有？目前有没有有嫌疑的啦进来台湾的有没有？你们也不敢回答，有没有？目前没有，目前因为在我移民署这一部分是没有了，因为国安办目前我是国安局，国安局啊，目前没有进来的，目前国外的没有进来的，我们国内的有这方面的意识的有，我们都有掌控，有这个意识的，有意识，所以我们才说这个网路发达。对，所以你打上 ISIS 或者伊斯兰国进去里面这个网站，我们有没有去掌控去看过？这方面的有没有人在这个网站上留言之类的？我们都可以控制啊。这方面的有掌控。所以可疑的人是不是在这里面就有抓出来了？有掌控，有掌控。现在就是我刚才跟大概有多少人？大概目前是八个，八个，才八个，都有在控制。今天我们要讲务实面，危险要在掌控中，不要说这个台湾的安全指数你们都不敢做各自做评估，那你们的职责所在耶。所以本席强烈的要求你们要再进一步用心的来深入来掌控所有的情资，好不好？国家一定要安全。谢谢，谢谢，请回座。我们接下来先处理临时提案啊。我们请议事人员先宣读有一案啊。鉴于在台行踪不明外劳人数问题呈上升迹象，少数有帮派化、组织化趋势，形成社会治安隐忧，为补足产业劳动力引进外籍劳工，但却因行踪不明问题严重，政府必须付出高额的查缉成本，两者间显失平衡。原此，建请劳动部、外交部、移民署、警政署、调查局、国安局等国安单位，应召开跨部会协调会议，研议从源头改善外籍人力资源等引进制度，及加强查缉行踪不明外劳，减少外籍人士来台工作之逃跑问题。提案人：江启臣、刘世芳、罗志镇、蔡世应、许玉仁、林长佐。以上宣读。还有一位委员吕玉玲。以上宣。吕顺林委员，以上宣读。好，我们各单位。好。对对。
对。修改法律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提案里面？研议从源头引进制度及加强查缉行踪不明外劳与相关法律之修改，是不是？就是。哦，提出法案，在应召开跨部会协调会议，提出政策及法律修正，研议从源头什么什么，这样、是不是？有效遏制哈、有效遏制台湾的那个这种恐怖的那个状况了，就是说，还是、我们是新修法嘛，大概不是修订其他的相关法令嘛。上次那个我们的官员有提到增订法令，对对对对、我们可能上次就没有完成嘛。对，上次没有完成。是请我们的是要以法务部为主呢，还是要请国防部为主？那应该是国安局啊，对不对？法务部呀、啊，哦，法务部，哦，调查单位的啊、哦，所以是法务部。但是因为基本上我们现在是建请这些部会哈。因为他都是跨部会了哈、那请他们召开协调会，然后刘委员，你的意思说，并研议相关法律哈、好，或者是修正来有效遏止，好吗？有效遏止这种，因为你外籍人士来台工作逃跑的问题，这个部分如果你没有。讲特别清楚，因为我希望把它集中是处理反恐，不是只有外籍人士逃跑，因为外籍人士逃跑到后来都会推给劳动部。好，那就不会是法务部或者是我们在提案里面就增加这一部分。我们议事人这边可不可以稍微拟一下？可以，好不好？好，来我们念一下我们拟过的文字啊。在倒数第二行，应召开跨部会议协调，应召开跨部会协调会议，并研议相关法律修正。然后接下来研议从源头，是这样子吗？刘委员，还有针对反恐那一部分，应召开跨部会协调会议啊，应该一研议相关法律，可以这样。应研议相关反恐法律，这样就好了。相关反恐法令，预防的防啊，反恐嘛。反恐跟反恐，反恐跟反恐，两个都有啊，好吗？可以吗？好啊。倒数第二行，应召开跨部会协调会议，并研议相关反恐法律之修正，研议从源头改善外籍人力资源的引进制度及加强查缉行踪不明外劳，减少外籍人士来台工作之逃跑问题。以上宣读。这样怪怪的哈，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哈。你在那个应召开跨部会协调会议哈，然后冒号，然后第一点一是处理刚刚那个刘世邦委员所讲的那个部分哈，就是研议。反恐的法律修正嘛，那二就是原意从源头改善外籍人力资源等，好，后面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就是你召开这个会有两个目的啦，第一个目的就是反恐跟反恐法律的修正案的提出嘛，那第二个就是这个逃跑外劳的问题嘛。完整的修正文字念一次，给各位委员确认一下。我从头开始念啊。鉴于在台行踪不明外劳人数问题呈上升迹象，少数有帮派化、组织化趋势，形成社会治安隐忧。为补足产业劳动力引进外籍劳工，但却因行踪不明问题严重，政府必须付出高额的查缉成本。两者间显示平衡，原此建请劳动部、外交部、移民署、警政署、调查局、国安局等国安单位应召开跨部会。协调会议，一研议相关反恐法令之修正；二从源头改善外籍人士资源的引进制度，减少外籍人士来台工作之逃跑问题。报完毕。我觉得。
我觉得好像这个看起来还是在处理外那个逃跑的外劳。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哈，在那个第二行那边的哈，形成社会治安或反恐之隐忧。好，社会治安跟反恐之隐忧。好好，加上反恐。对，然后刚刚那个主席所提到的第一点冒号那边，除了反恐的相关法律以外，我建议就加一个强化我国国土安全的政策及作为。召开跨部会协调会冒号一，研议这个反恐法律修正，强化我国国土安全之政策及作为与作为。然后二的话就是刚刚那个主席所提到的，嘿，好，好吗？我觉得这样子好像比较有始有终了。第二行就是形成社会治安与反恐之隐忧了，嗯。好，这样清楚了吗？可以，哎，可以，可以。哎，对。因为那个刚刚好，刚练那个有，我们会最后一行，最后那边还有在路上，即加强查缉行踪不明外劳。好、哦，有，这我们会加，哎，好。查缉行踪不明外劳。哎，那是最后一行了，嗯。好，那这样从头再念一次。鉴于在台行踪不明外劳人数问题呈上升迹象，少数有帮派化、组织化趋势，形成社会治安及反恐之隐忧。为补足产业劳动力引进外籍劳工，但却因行踪不明问题严重，政府必须付出高额的查缉成本，两者间显失平衡。原此建请劳动部、外交部、移民署、警政署、调查局、国安局等国安单位应召开跨部会协调会议冒号一，研议相关反恐法令之修正。二，强化我国国土安全政策及作为。二，研议从源头改善外籍人力资源的引进制度，及加强查缉行踪不明外劳，减少外籍人士来台工作之逃跑问题。以上宣读。好，这样清楚了吧？哈，行政单位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照案通过哈，照修正文字通过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质询，下一位我们请林长佐委员质询。主席，谢谢。那个，我们请国安局副局长，王副局长，然后国土办公室的石主任，那个国安局局长有来哦，有来了。好，国安局局长，对，跟那个石主任办公室石主任，谢谢。好，两位请。委员好，二位好。那首先，我想先请问一下，我们政府部门现在看起来有17个功能小组。那大概有10几个政府部会局处都在处理反恐的工作，所以看起来应该是似乎这么庞大的这个组织应该是滴水不漏啊。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先请问二位，觉得这样子的组织是否，以目前的状态来讲，是否算充分？目前为止运作还算畅顺。嗯，好，石主任也是这样，是好。所以我想整个这个反恐的政策，我们回到源头来看的话，是由哪一个部门来研究这些恐怖组织呢？因为大概有10几个 政府部会局处，所以我想请问，负责去研究这些恐怖组织的是哪一个局处或部会？我们都有，10几个都一起研究。对。一般的，我想一般的政策哈，台湾一般的政策在进行这个研拟，应该都有专责的啦。每一个部会他负责什么事情，应该很清楚。那十几个部会同时研究反恐，我觉得应该，这样的话听起来会有点叠床架屋。那但是我是不是可以了解，至少两位的这个部门应该是比较专门负责这个源头的这个研究吧？其他比较是执行面的吧？我们是负责情报收集，情报收集，是的。所以也就是哪些单位算是恐怖组织，哦，对台湾可能会有威胁的这一种情报，应该是由国安局，国安局负责。好，那所以我在这边我想请问一下，现在世界上公开被认定是恐怖组织大概有多少个？
目前的主流是 ISS 还有凯达组织。是。目前其实在世界各国大家公开认定，包括联合国在内，大概有100多个，140多个。对。所以我想我在这边会从这个角度去问，比较想要强调的是，毕竟恐怖犯罪、恐怖组织跟一般的犯罪组织其实不一样的嘛，所以我们要掌握这些恐怖组织的源头，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是的。那我得到的大家的报告比较是属于，如果发生恐怖攻击，我们要怎么处理？但是我们都不希望发生嘛，所以与其去讨论发生了恐怖攻击怎么处理，每一个这十几个部会会怎么样反应，我觉得不要发生是比较重要，因为它动辄会成千上百的人的伤亡，然后造成社会很大的恐惧。所以我在这边以这根据现在在网络上面各国政府公开的资料来看起来，我刚刚除了讲总共大概100个、140多个恐怖组织以外，世界各国认定恐怖组织也都很不一样了。例如说英国他觉得是恐怖组织的，美国却不觉得的，大概有30几个。相反的来讲，美国认为是恐怖组织的，英国认为不是的，也有20几个。那所以这样子看起来的话，我想请问，如果说您是负责情报收集的话，我们认定台湾认定的恐怖组织大概有几个？我们目前针对国际的认定，我们来，因为我们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恐怖。我了解，但国际的认定我看各世界各国，即便没有发生的都不一样，所以一些程度，我们自己一定要有一个认定，要不然我其实不太了解，说像是这个，我们说这个追溯外籍人士的背景啊，外籍人士需要这个入出境要留这个脸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脸部的特征啦，或是说我们提到这个很多的列册等等的。激进分子，我想要知道，你一定要是知道哪些恐怖组织，才会知道我们要列册的这些激进分子是哪些人嘛？所以我要再问一次，因为我不需要，如果是情报的部分，例如说我们也提到主角境外啊等等的，我们要知道是主角哪些人位于境外。所以如果是机密的部分，你们不用讲没关系，但至少告诉我，根据台湾的认定，我们有多少个？因为像英国很清楚啊，英国就是56个，美国哦58个，美国是56个，欧盟大概28个，所以每一个国家，大家至少负责专责研究，我们要知道我们说主角境外，我们要列册的这些组织几个，才知道他们的人大概多少人嘛？我们是几个？目前我们就是依据国际上所发生的，因为我们没有立即的威胁。所以我们是低度，我们被列为低度恐怖攻击对象。我们是在国际上排名有一个是比较低，有这么研究，我们是第113名。我了解。所以我们这么低度当中，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警觉性，所以我们只能说现在最不定向攻击的会产生这个攻击现象的，也就是 ISIS。所以我觉得局长，所以我们只有界定 ISIS 的这个恐攻，所以我们现在主角境外的相关这些的名册是只有 ISIS 这个组织的人吗？其他的这一些，我刚刚讲有一些50几个东南亚地区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回过来讲，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我觉得蛮不保险的，因为我们连哪些单位我们认定为是恐怖组织，我们其实都还蛮虚幻的。那我这样子直接举例来问好了，伊斯兰国算是我们认定的恐怖组织吗？是的，算嘛。盖达组织算是吗？是。奥姆真理教算是吗？不算，不算。可是他是我们的友邦，美国、加拿大都认定哦，我们又认为不是。但是他的发生都在他的境内。那这个穆斯林兄弟会是吗？有可能。这个在全世界只有俄罗斯认为他是、欸。对。所以我们台湾也跟俄罗斯，因为他会受宗教的影响，所以听到穆斯林你就觉得有可能是，有可能。我想这个在全世界所有包括台湾穆斯林的人，大概应该都不会接受哦。那哈马斯你认为是吗？哈马斯目前没有这个立即的威胁，在欧盟跟美加都认为是、欸。那我回来讲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运动，你认为是吗？不是。哦，这个在美国跟中国联合国都说是，你说不是？每一个国家认定的不一样。不是，这连联合国都说是。那联合国它有它的考量啊。好，那世界维吾尔大会。世界维吾尔大会对我们没有立即的威胁。那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没有立即的威胁。
所以我刚刚这样子讲下来，我发现我们的这个反恐的整个政策，那我们在负责反恐的人，我们提到很多执行面的事，不管是举足境外、咀嚼境外，或是说要列册外籍人士来台，他们追求他们源头的这一些身份等等，但是我们却没有真正列为哪些是我们的恐怖组织的列表。那怎么样去列这些恐怖组织？他们可能有哪些人？这个我就觉得非常的莫名，我就非常的没办法觉得有被说服啦。那包括我刚刚讲的，有一些是全世界只有俄罗斯认为是恐怖组织的，结果你说我们也把它认为是。那有一些是美加认为是的，我们觉得不是；有一些联合国认为是的，我们觉得不是。那怎么会有俄罗斯觉得是的，我们觉得不是？结果联合国觉得是的，我们觉得又不是呢？这个我觉得整体来讲，我看了大家的这个报告以后，我作为一个这个在台湾，虽然我们认为我们希望台湾不要成为这个恐怖攻击的这个对象，但是因为不希望发生这个事，所以觉得前面的准备应该要充足。那结果最源头的准备看起来是最不充足的。无论我们刚刚讲后面所有执行面多么的充足，结果我们的列表是那么的不确实的话，那我觉得是非常，我甚至于会觉得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列表啦？我们讲说我们有列表，如果我们连组织都不知道的话，我们怎么有列表？我会有点怀疑，是不是完全就是仰赖 APIS 或是 TSC 他们上面的列表，我们没有自己做任何的列表或研究。那所以这一点，刚刚我们也提过了，有一些事情希望未来能够精进。那我相信精进的方向不会是执行面的事情，因为恐怖攻击发生以后，我们有很多这一些相关发生很大的伤亡的应变，包括过去的天灾等等，我相信我们各个单位对于这个重大伤亡事件，我们要怎么应变，都有一些相关执行的 SOP。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源头的掌握。那显我刚刚的这一个质询的过程，其实只是希望让大家发现，我们并没有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源头的政策以及列表。我们连我们自己哪些恐怖组织算是对台湾可能有潜在威胁的，也没有做一个清楚的这个彻查跟列表。所以在这边希望我们在未来去研究的时候啊，因为大家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大家我看到所有局处十几个局处大家做的这个共同的报告跟研究，大概都有提到说大部分都是这种帮派型的。其实帮派犯罪组织跟恐怖组织又不太一样，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因为针对恐怖组织去做的任何的这一些工作、情资的收集，都有可能侵犯到人民的权利，包括自由的限制等等，所以我才会说界定谁是恐怖组织是很重要，要不然你有可能去侵犯到一般人民团体，包括我们的这一些外籍人士在内，所以希望这一块，我们要先确定源头，才不会动辄变成是侵犯到一般的人民，包括国内外的人民。那这个我想，跟人权会抵触的时候，我们要更小心。源头很重要，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好，我们下一位请吕孙林委员咨询。主席，有请外交部次长。好，请外交部次长。次长你好。哎，委员你好。次长，我想请教您，在上礼拜比利时恐怖攻击事件当中，有多少国人受到直接的影响？应该讲有五个。五个，一个是我们报纸上其实也有报道过，就是一个受到一个我们一个实习员，一个受到一个轻伤，另外有四个，一个是一对姐妹，那一对姐妹因为当时她正好在这个机场，一对姐妹跟两位，一位先生，一位小姐，那他们其实都没有，只是受到惊吓，都没有伤到，那他们有跟我们住处来做一个请援的动作，因为他们的护照跟他们的行李。因为当初很乱，那他们都被安全人员，
接引到他们临时设置的一个安置中心啊，所以他请我们这个住处，第一个就是帮他们找护照，但是护照没找到的话，就发一个补发一个护照，那还有找行李这样子。好，那想请教，有没有在比利时的侨胞受到影响呢？就我们所得到的资讯是没有，因为我们启动了我们那个恐攻案，一发生之后，我们就启动了这个应变机制，就马上就联络我们的侨胞啊，包括台商，也联络我们的留学生。嗯，好，那驻比利时代表处在这件事情当中，对于受到影响的国人，还有身在比利时的侨胞以及观光客，还有留学生，做了哪些应变的措施？我想，刚刚我已经报告过了。第一个，我们第一时间我们的欧盟代表处就成立了应变小组。那应变小组就马上分工啊，就是分别联系我们的侨胞、我们的台商啊，还有我们的观光客，台湾的观光客啊。那确定，那当然也另外跟我们在比利时的那些安全单位联系啊，才能够进一步了解第一手的资讯，包括我们的国人到底是不是有伤亡的情况。那我们这些动作都做了，那一些结果就是刚刚我跟委员报告的。好，那根据媒体报道，比利时警方有将四位台湾人送到中国大使馆去安置。请问市长，那个是完全错误了。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这四位台湾的同胞哈，是被比利时的安全单位引到他们有一个那个鲁汶大学的研究机构改造的一个安置中心。好，不是到中共大使馆。所以那个媒体上面的资讯是错误的。对，那个是错误的。好，那次长，我想我们应该要加强宣导我们驻外管处的联络资讯，来让我们的旅外国人如果真的遇到急难的事件的时候，可以直觉的反应来向我们驻外管处来做求援，那也可以让我们驻外管处能够清楚的掌握国人的安全。是的。好，那想要再请教次长的就是根据你们去年底在立法院的报告，驻外管处强化反恐应变工作当中有讲到与驻在国警政与安全机构建立直接联系管道，那加强反恐情资交换与安全合作交流。所以我想请教次长，驻比利时代表处在这件事情当中有没有获得任何比利时可能遭受恐攻的情资呢？我想这个恐攻的情资就我们的了解是，当初是有关国家有跟比利时的政府有透露过可能会有这种情形。那我们住处是不是有接收到，我并不清楚。好，我们来查一下。好，谢谢次长。那我想请教杨局长还有石主任，对于我们国外可能发生恐怖攻击的情资有没有管道可以了解？哎，局长跟主任，委员好。局长你好。针对刚才委员所关心的这个状况，我们目前和我们合作的友方联系是没有障碍的，联系上面没有障碍。障碍好，那我想请教局长还有石主任的部分，就是说我国是不是有反恐列管的外籍人士名单？有。好，那请问一下这份名单是怎么样形成的呢？这是各国交换累积成的，和各国去各国交换累积成的。好，那有跟哪些国家做合作？这个主要的国家都有。主要的国家都有。是的。所以可以举例吗？可以举例，譬如说美国啦，美国、日本啦，日本、韩国啦，韩国、马来西亚啦，马来西亚、印尼啦，菲律宾啦，泰国啦，新加坡啦，好，欧盟啦，我们都有欧盟都有。好，那请问局长，这份名单有没有横向提供给各相关的单位呢？横向提供，对，横向提供给我们其他的单位。有给移民署。那其他单位还有吗？移民署掌握以后，由我们来动态掌握以后通知。好，那我想请教一下，还有就是说，这个名单上面大概有多少人？35个。35。最具体的目前是35个。
什么？不好意思，最具体的是35个。最具体的35人。那这份名单的资讯是多久更新一次呢？哦，随时更新。随时更新。随时更新。好。那最近一两年当中，有没有国际列名的恐怖分子或者是社恐人士在台湾转机，或者是涉曾经试图入境？这移民署，移民署。移民署有确切的数字。好，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到今天的这个统计数字，刚刚得到幕僚的告诉我是说有35人了、啊，有35人，对，35人在过境，从我们的机场过境的，有35人过境，嗯，对，那有没有试图入境的？就是包括试图入境的，包括这个过境的，通通它都是合在一起。好，那遇到这样的状况，你们都是怎么样处理呢？就是试图入境或是过境的状况。我们第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说它是社恐的部分来讲，说我们严格禁止它进入到我们的国境线内。那么如果转机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会通知另外第三个国家来讲，告诉他这个分子已经到你们的国家里面去。好，那有没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外籍人士是在入境台湾之后才发现他是被列为反恐的列管对象？他如果是列管的这个部分来讲，是不可能进来的。对，我的意思是说，他在进入台湾之后是还没有被列管的状况，那他进入台湾之后才被列管，这样的状况？目前是没有。好，那如果有这样的状况发生的话，你们会怎么样处理呢？如果我们发生有他如果已经进来，后来我们才发现到这个是恐怖分子的话，我们会立刻把他这个逮捕，以后呢，我们会遣送他出境。好，立刻逮捕，然后把他遣送出境。对，好，谢谢。我在想要请教史主任。是。委员好。主任您好，那我想请教，就是说这次比利时恐怖攻击，那核电厂似乎也是一个目标之一。是。那我们国家对于核电厂目前的维安措施是怎么样去进行呢？是，跟委员报告，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外面的资料里面，比利时恐怖攻击是有把他们的核电厂列为他们攻击的目标之一。那在今天呢，有一些资料也有看到核电厂他们有一些员工是有参与到 ISIS 的一些相关的组织，在比利时，不是指我们这边。对。那在我们国家里面，我们在103年就针对关键基础设施有做一个盘点，那其中核电厂都是列为我们一级的关键基础设施，所以我们每一年对于核电厂的安全维护，其实不只是在反恐的部分，那包括它面对在天然灾害，面对自通安全网络的攻击，以及包括反恐的部分，我们都有一个专案关键基础设施的演习，每一年都会做相关的核电厂做关键基础设施的演练。好，谢谢史主任。那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明年2017年在台湾即将举办的世大运，那我们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和地方政府加强反恐的应变？是，行政院在针对2016年、2017年的世界大学运动会在明年8月所举行，那其实我们在2014年就有订一个精华专案，那个这个专案的时间是从2014年开始，一直到今年的2015年，这3年的精华专案，我们就是结合国安单位以及相关的行政部门，在反恐维安上如何去协助主办单位台北市政府去把这个反恐维安的工作做好。那么我们在今年的下半年，会针对所有精华演习部分做一次兵器推演跟大规模的实兵演练。好，我希望我们各部会各单位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那因为事情一旦发生，其实对于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其实会造成很大的损害和恐慌。那即便是这样子不可能会发生的状况出现，我们都应该做好因应的措施，好吗？是。好，谢谢，感谢。好，谢谢，请回座。好，下一位，我们请徐志荣委员咨询。我们中午不休息哈，我们就直接到询答完毕。主席好，我想请我们外交部理事长，市长请。
委员好，市长好，大家好。市长，我们在3月21号，我们有两艘渔船在马六甲海峡被我们这个印尼的公务船开枪。前天我们又有一艘渔船在同样一个海域又被印尼的军舰追赶，然后还登船检查。不到一个星期里面，我们国家的渔船接二连三被印尼的公务船或者是军舰开枪也好，登船检查也好。我想请教市长，我们外交部有什么作为吗？甚至他们有没有官员落手我们这个渔船？这就了解跟委员报告，就了解当事发的时候，我们外交部第一个时间就责成我们印尼代表处去向印尼的政府抗议。那我们也在这边也约见印尼的驻台副代表对他表示印尼的公务船过度使用武力开枪射击这个我们严正的关切跟不满。有跟印尼官方强烈抗议，有跟我们这边的驻代表处的官员反映，是有没有考虑请我们驻印尼的代表回国报告？没有到这么严重，目前还在交涉当中。对，市长，我们呢，2008年我们一个联合号的渔船那个事件，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我们的移民甚至于还包围这个日本交流协会所以志龙在这边是提醒我们贵部千万不要再让这个2008的联合号的事件再次发生是，好，要保护我们的移民好，谢谢市长。是，谢谢主席。我想再请我们国安局杨局长跟我们国土安全办公室杨局长、石主任备询。委员好，局长好，石主任好。委员好，目前我们是不是有情资显示这个恐怖组织把我们列为目标？就是、刚刚有讲过了我也听到有60几面国旗里面有一面是我们的，那个风险线，刚刚局长也有讲，我们有排到110多是。当然，刚才也有委员讲已经排到名次风险比我们更低的国家，也有发生恐怖的事情没有错吧所以说，我们这个巴黎恐怖事件发生以后那时候我们国安局也好，我们国土安全办公室也好，都在立法院有公开表示要在今年的3月要举办大规模的实兵演练来防恐今天已经是3月28号，请教局长，请教主任，我们的演练要照当初讲的3月份举行吗？这个来不及了，请主办单位来说。跟委员报告，第一个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一个反恐的这个国家的排序的排名这个是报告是在2015年的报告，那今年的报告还没有出来。那我相信，在今年美国整体的报告上来讲，会对整个国家的排名做一些调整。那么，尤其在过去一年一直到现在，欧洲地区有发生非常多的事件，所以其实这个报告是过去的报告，它的排名会做调整。第二个部分就是有关于今年所做的演习，其实是指精华演习。我们所做的实兵不是指大规模反恐，而是针对明年的世界大学运动会。本来约定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要做兵器推演，下半年要做实兵演练。但是因为三月份的兵器推演，台北市刚好在模拟一个重要的天然灾害的一个演习。那另外就是三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团跟国际团体在接触。我们事实上3月有一个团到欧盟去，也看到整个欧盟的反恐。回来之后有一些新的资料，我们现在在做会诊，会把这些新的资料、最新的反恐的情势跟最新的一些做法，会在后面的兵器推演再加进。所以我们这个时间有稍微延后到6月份来做，跟委员报告。好，我主要问的当然就是说，我们不要说事情发生以后，
哦，譬如说巴黎的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又说要做什么，然后又把它耽搁下来。现在比利时又发生了，甚至于巴基斯坦又发生了，我们又才想到又要做了什么，做些演练。哦，比方说因为事件过了，可能新闻热度降低了，我们又把这个事情耽搁下来了。哦，虽然刚刚也有讲说我们的风险不高怎么样，但是毕竟我们都是还有潜在的危险性在这边嘛，哈，所以说我们不能因为说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准备要做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做，哈。那个二战末期啊，那个日本不是有一个叫神风特工队吗？讲起来就像敢死队一样。像我们这次比利时的，据我所知，他这个人肉炸弹，他是不怕自己死掉的，他是一时计魂的。我们客家话有一句话讲叫做“干死就养人”啊，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吗？敢死就赢人了，这个不怕死的呢，就是最可怕的人了。所以，我们在这个104年时候办了10场次的演练及平访等等啊，哈，那大家也知道，刚才李委员也有提，本来比利时的他的那个目标，他还是有针对核电厂，大家也知道，所以我们这个10次的这个演练，我们在每次的在机场啦、什么地铁啦，我们105年也有计划，但是我们的计划是不是核电厂，我们要把它纳进去？我们的捷运站是不是要把它纳进去？甚至于我们台北的地标，我们101大楼，这些都是要把它列进去，在我们今年里面要演练的这些目的地里面。跟委员报告，这些我们都会在今年的演练里面把它放进来。好，大家都不希望这个事情在我们台湾发生。如果发生了，不单是国人的伤亡，大家也知道，现在观光客、陆客也减少。万一我们台湾发生这样的事情，陆客又减少，啊，其他外国的观光客也必定是减少的。当然，对我们国家也好，对我们的观光这些事业一定会有影响的。所以，是不是我们应该也要重新的检讨我们国土安全办公室要怎么样来执行反恐行动的这些 SOP 的程序？跟委员报告，目前我们在应变机制的部分，哈，我们的反恐机制应变行动纲要是在103年的10月份所重新订定的。那其中一个最主要因素就是103年6月29号 ISIS 他宣布成立伊斯兰国。那在2014年那一整年的时间，全世界的反恐情势有非常大的改变。所以行政院在整个的反恐应变机制，在103年10月，我们就做了一次修订。那么在去年104年的时候，我们针对这个反恐应变机制有做过很多次的演习。那演习之后，我们有发现了一些状况，所以我们在去年的9月份又修订过一次我们的反恐应变机制行动纲要。那是整个我们国家在应变过程当中，我做了一些调整。委员刚刚有指示，是不是针对最新的状况做一些调整？我想这个我们绝对会，尤其最近全世界各国发生的新的一些状况，都会纳入我们未来在行动、在应变上很重要的一个依据。谢谢。谢谢主任，我们就是要提高警戒就对了了哈。早上的各部会的这个报告里面也好，甚至于刚刚我记得有个罗委员也好。早上的各部会报告是说，我们都是在外交的签证方面加强，在机场的安检那些加强，有一个委员提起港口也要加强，甚至于我在这边再提醒一下，我们国人有时候犯罪是不是有偷渡出去的，还不经过港口，也不经过机场，有偷渡出去的吧？有偷渡可以出去，也有可能可以偷渡进来呢，所以我们这个海防这边也要注意一下，不单是机场，不单是港口，我们海岸线这么长，可以偷渡出去，如果他我们是真的把它
被他们当作目标，他想尽办法，你在机场防，你在港口防，他也有可能偷渡进来呢。所以这一点我们也要小心，好不好？总归一句，我们就是不要让这些恐怖的事情在我们台湾发生的。所以希望我们在所有的我们关键的基础设施啦，还有大型的活动场所，我们一定要做全面性的安检，纳入年度的演习演练里面。两位可以做到了哈。还有一分多钟，我们亚洲国家比较临近我们的有哪些是有可能比较有恐怖分子的，我就不要再问你们的，应该就是菲律宾的，哈，不否认了哈。那个机长，那个菲律宾有一个恐怖组织啊，叫做什么？阿布沙伊夫是吧？是的。阿布沙伊夫他还是效忠 IS 的哦。阿布沙伊夫这个组织，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我们2013年11月，我们的国民啊，习近平先生啊，跟他的女朋友张安薇小姐啊，就是前往度假的时候，一个被杀了，一个被绑架。所以菲律宾啊，还对这个阿布沙伊夫啊，不太敢表示什么意见哦。那我们外交部也好，我们国安也好，是不是我们应该对我们国人示警？这是有也是有危险的区域。然后这个欧洲啊，在比利时啦、荷兰啦、法国啦，都是我们比较长期的国家。我们现在给国人的这个警示灯号，只是在第二级黄灯，黄灯嘛哈。二级是黄灯嘛，一级灰黄。是不是有需要考虑看看？是不是有需要警戒到橙灯第三级，以顾我们国人的安全？不然你黄灯而已，国人可能还会误判，可能还会去哦。建议你的，是不是可以升级到橙灯？好不好？谢谢。好，谢谢。我们下一位请陈明文委员咨询。陈明文委员不在，我们请蔡玉瑜委员咨询。石主任，请备询。委员好。哎，石主任您好。因为上礼拜哈发生了这个比利时的这个 IS 恐怖攻击的一个事件，那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觉得非常的震惊，那么干嘛弄做比凶的啦哈？这样恐怖攻击的状况一件又一件的发生。但是在比利时的这个恐攻中，另外有一个新闻的一个揭露，就是一个核电厂的一个警卫被杀害，然后他的工作通行证被失窃，那所以外界就很担心说，他这个失窃，跟他的这个死亡，跟这个恐怖攻击是不是有关系？当然说，今天看到的一个相关的新闻载露出来，是跟恐怖攻击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们还是很担心的，就是说。未来恐怖攻击，石主任，你认为说这些 IS 这个组织，他们针对核电厂来做大规模的一个恐怖的一个破坏的一个行动，这是有可能的吗？跟委员报告，有关整个国外的恐怖情资的这个掌控，是在国家安全局负责掌控。对。但是在国内的应变部分，行政院在103年的时候就已拟定了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那其中关键基础设施对关键基础设，在我们103年盘点的时候，整个国内外的重要关键基础设施大概有1500多个单位，将近1600个。那其中列在一级的关键基础设施有48个，是这一级的关键基础设施是我们最需要特别做重点防护的。对，这里面我们主要的项目包含了面对天然灾害、面对恐怖攻击、人为安，以及面对自动安全、
通讯站的部分怎么样做防护、嗯、核电厂就是在我们一级关键基础设施防护里面，这48个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所以 核电的一个被攻击还是核电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应该在我们国土安全部主任，那基本上这个安全那个防护基本上就是你们的工作一个范围嘛？不是，跟委员报，这个是我们在督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你们督导嘛，哈，那实际上在执行的是核电厂的部分，是经济部、经济部、原能会，还有原能会这两个单位在做。原能会，那我想要请问呐，哈，我想要请问，因为我们在原能会是有看到我们原能会的网站，我们看到一份资料，哦，这个资料是说他们原能会有一份叫做《放射性物质恐怖攻击事件应变处置作为》。哦，这是在原能会的网站，所以我们国家原能会是有订定的一个处置作为，叫做放射性恐怖攻击事件的一个应变处置作为。是，哦，那我想要问说，那我们国土安全部还是我们国安局，我们请局长也这个问题是不是也请局长备询，我先问主任，那我们现在到底我们这个应变的一个处置作为，我们配合原能会的进度是有哪些？是跟委员报告，我们国土安全办公室在103年跟104年分别要求相关的部会针对应变计划来做一个修正。委员现在看到的就是要求原能会新修正的，针对放射性和应用放射性的原料或者是武器来作为恐怖攻击的部分。那如果一有发生这种情形的话，在我们应变的编组上，原能会的主委担任我们二级应变中心的指挥官，会有相关的部会进入到应变中心跟他一起做配合。我们希望能透过应变中心的运作，如果有发生这种类似的状况，要把它的灾害显示到最少，同时让其他的单位关键基础设施能够正常的运作。好，这是 这个主任。那局长是不是再说明一下，我们针对这个放射性恐怖攻击事件的应变处置作为，我们国安局有哪些配合的一个？我们主要是反映国外的情资，就是有这方面的增厚，对，我们会立即通知。所以你们只针对情资？我们只对情资。你针对情资？是的。好，哦，你针对情资，所以处置作为基本上，万一发生的处置作为就不在你们的职掌范围。所以我们是先知快报，有这样的增厚，立刻通知，立刻通知相关单位。是的。好，那局长请回。谢谢。局长，请问，所以石主任哈，因为处置作为的话，一定就是在你们的督导嘛，哈，你们必须要督导原能会、督导经济部、督导这一些哈相关的单位，他们要做好所谓一级还是二级的一个应变处置。是。那我想要问的是说，到底这个应变处置作为这个作为哈，它的相关的一个办法，它有没有在做修正？因为你们现在说的是。是现在的状况嘛，哈，但是我要关心的，比较关心的是说，恐怖攻击它不断的在发生，对，哈，它不断在发生。从去年11月的时候，这个法国哈，这个，这个巴黎哈，法兰西岛，好，那11月的时候还有这个巴黎的一个恐怖攻击，那现在发生了比利时，可以发现整个 IS 的动作是持续的。那你们有没有针对所谓这样一个应变处置作为原能会的话，那你们作为一个督导单位的话，你们这个计划到底有没有是放着，还是有不断的拿出来检讨，那拿出来再讨论？跟委员报告哈，我们一定有持续在修正。就以这两年来讲，103年做过一次修正，104年我们看到这个情形之后又有做调整。那么现在我们一定会针对最新的恐怖攻击。那调整是调整什么？包括整个在应变的作为上，你必须要抓到目前最新的恐攻的一些状况，或者恐攻的一些做法，或者它的一些的方式，因为都一直在改变。过去是独狼式的比较多，那我们现在看到在巴黎也好，或者在比利时也好，我们看到已经有类似组织性的一个犯案的情形，所以在整个应变的调整上跟应变的作为上也必须要做一些调整。那过去比方 那主任想请问哈，因为你毕竟只是一个督导单位，你当然是督导原能会，他要针对怎样？如果发生了这个放射性的一个恐怖攻击的时候，那就比利时的这个个案中，哦，就比利时的个案中，你会认为说，我们现阶段假设这个比利时这个真的跟恐怖攻击有关，哦，他的这个那个出入证，哦，通行证的一个失窃是被恐怖攻击拿去的话，你认为说我们现在的应变组织作为有讲到这一块吗？
跟委员报告哈，比利时这个针对核电厂的部分，目前还是一些外电的报道哈。到底它里面确实的一些状况，这些资料到目前为止，因为核电厂它并没有发生这个情形哈。其实，在整个资讯上来讲，我们还要再看一段时间，我们会把这个部分做一个完整的休息。对，这个资讯当然是还未必是啦。好，那我一定，我是希望说你们要做好所有的规划。会，假设它是的话，那如果对这个部分国内你们还是应变处置作为，一定要把它落实，而且要把它做好各种状况的一个模拟演练。会，好、哦，这个我们一定会做。好，谢谢，那谢谢主任。那主任跟局长请回。接下来我想问警政署，警政署副署长，副署长，好。来，副署长，好，你好，好，拍摄，因为时间比较不够，我想要请问，因为警政署哈，我们在这个如果核能发生了这个核灾的哈，还是说这个恐怖攻击的时候，你们有针对这次比利时哈恐怖攻击，那有可能发生这个放射性的一个恐怖攻击的状况，你们有去调整你们这个安全的一个控管的一个分级吗？在比利时哈这个发生啊这个事件啊当天哈，我们就马上通报啊。所有的警察机关啊，当然包括负责这个核能电厂安全的保二警察总队，啊，他们在每个核能发电厂都有派员来负责警戒。就我所知，你们就是保二总队，他是全权负责关于核电厂哈，关于核电厂哈的所有的一个保安的一个所有的相关的一个负责啦哈，这本来就是你们的负责项目，所以核电厂的防恐跟保安哈，那。我想请问你们，现在是你们的保安计划是根据你们的根据是怎样的一个法规？你们的这样子哈，跟委员报告哈，这个原则上，如果真的有状况发生的时候哈，有状况发生之余的时候，这个经济部啊那边会成立一个防恐应变中心，因为它是主管机关啊。那警政署呢，站在治安的立场啊，也会啊全力啊来配合啊来协助。那我想请问哈，对这个台电哈，台电它又有公布一个计划哈，对这个计划叫做核能发电厂保安事件分级制度及处置机制计划。那这个计划中有把你们保二总队有列在里面吗？有，这个计划有，有有有。那你们保二总队在发生了类似比利时这样的核电厂的重要工作人员被杀害的，你们的处置作为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啦。对，那我们平常的作为就是进入核电厂人车，哈、哦，这个警戒管制是由我们来负责。那周边的巡逻，还有包括它每一个核电厂哦，每一层的出入口啊，也都是由我们保二总队同仁来负责。那发生比利时这个事件之后啊。我知道，因为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假设啦，所以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啦，是、哦、你们的责任真的很重要，是、哦、而且你们不只是责任重大，基本上我们国家、哦、我们根据、哦、我们这个我们根据你们给你们的一个保全保警这个费用，保二总队啦，一年就编列了九我这家这呢将近九亿呢，是不是九亿？九亿的预算给保二总队，好，所以这么多的预算给你们，我们希望说，就是希望你们要落实好所谓保安、所谓防恐的一个应变措施。好，别叫你贼急，我是希望说不要浪费人民的纳税钱，这些钱你们必须要做好所有的一个状况演练，卖好接下来歹机在台湾发生，这样可以吗？好的，我们前好，谢谢。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赖瑞荣委员咨询。好，谢谢主席哦，请那个局长跟主任哈、哦。局长备询，还有石主任。委员好，哎，局长好，主任好哈。我想先请教一下哈，这个有关于反恐这个部分，在台湾是由谁来做主导？是由国安会这边，还是由这个国土办这边？局长先说明哈。情报方面是我们是双轨制，情报方面是我们提供，那么执行是由行政单位来做，双轨制，那主任也是这样的说法吗？对，那
那怎么去认定什么样子的状况下达到什么？比如说什么怎么认定恐怖攻击或恐怖活动？哎，局长，如果我们的主要的设施或者是场合受到损害，有损国家安全的，我们就立刻通报。那像2013年的那一次的高铁炸弹案的话，您认为是算不算？那是个案，算不算恐怖活动？不算。我在看之前的一些资料的时候，之前的是蔡局长的时候，他认为那个是属于是恐怖活动了哈。他认为那属于恐怖活动，那是属于治安的。好，所以你现在的见解跟主任见解，你们认为？我看主任在摇头了，所以你们认为这个不属于是。好，那什么怎么样的状况下是这个进入平时怎么样进入到这个辨识的部分？现在都算平时嘛哈。现在的状态都算平时，现在是平时。对，那怎么样进入到辨识的部分？他这个平时和这个委员所说的辨识，他是没有分野的。嗯，其实他平时就是我们要关注的，他一发生，那就完了嘛。所以我们是在这个机制里面啊，这个反恐的最高指导原则是不要发生。对，当然不要发生，所以我们在情报这一块，我们着力着得很大。那不要在我们国境内有发生这样的状况。所以等于是，如果你没有掌握到情报，但就直接来进行相关的作为嘛，是是是是是啊，所以这个主导是由你们这边来主导，还是由在情报方面是由我们主导？啊，你们主导，你掌握到情报之后，再交给了这个国土办这边来执行，是这样。那我想请教一下，像这个是上次小港机场了，我想机场是一个重要的哈，这一次不管是机场、地铁哈，甚至于刚刚讲到核电厂都是重要的。这小港机场哦，在之前的时候也是发生的时候，后来这个地上有一个包包了哈，那这个部分你们的程序上面怎么走？从发现到万一它确实是个爆裂物的话，你们程序上怎么走？实务上程序怎么走？这由航警局来处理，航警局处理，然后。他要通报到哪边？需不需要通报到国安局，还是需不需要通报到国土办？都要通报，这个都要通报。有通报吗？都要通报。这有通报吗？有通报。这个案有通报。是。好、哦，后续把那个相关的资料也给我，给本席参考了，好不好？没问题。相关的通报资料。然后最后他，这个多长时间？不知道局长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件案子？后来多长的时间来清查整个案件？这很接近了、啊、就当时发生没多久，然后小港机场就发现这个。这个、一发现以后就往上呈报。哎，对啊，这个时间我没有很详细的数据。好，我看整个媒体上的报道是放这个包包在那放了1到2天了、啊、哈，1到2天这样子符合反恐的一个标准作业吗？1到2天，因为。没有辨识到他是不是恐怖的这个对，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局长这一定是这样的嘛？哎，还没有爆炸之前，没有人会辨识到他是。不过这个东西放在那个地方闲置的时间过长的时候，就异样了嘛，就是个异样了嘛。对，很难去界定、欸、对、啊、但是我说这个部分应该要有一些标准的作业程序去了解，比如说如果这个东西闲置在那边超过一定的时数。哦，显然就可能有一些问题了。那应该要技术了解，放一两天应该是超，我想应该超过了一般你们可忍受的标准吧，在机场这么重要的位置哦。所以要请航警局做这方面的。所以整件事情就是请航警局来做检讨啊，就这样子。国安局能够的角色跟国土办的角色是这样而已。对，因为他有他的情报体系嘛，他有他的这个反应的体系嘛。所以那在我这样看来，其实就等于是没有一个主责机关的角度在了。看他的严重性了。对，没有严重性，当然发生了就严重，没有发生就不严重嘛。对啊，但是我们要预防的是防止它的发生嘛。是那情报上，如果你没有掌握到这个情报，那但是在整个细节执行细节上面，如果这个的通报是要到1到2天才能够产生通报的话，那显然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这我们会有检讨，这个应该要检讨吧？对对 对, 对，这个哦，这个、由谁来发动？是国安局来发动，还是由国土办？这个检讨。来，国土办，施主任哈，跟委员报告哈，我们这个我们会来发动。事实上，在过去也有一些类似的案例，这个我们马上会报请院长，我们会要求相关的部会跟行政单位来做一个检讨。这个请务必要检讨了哈，当然是发生的
整个比利时这个事件之后，当然大家特别那个，但是这事情也许常常在发生，但是我们不知道哪一次就真的是恐怖攻击哈啊，机场是大家公认的，都是一个非常目标被锁定为恐怖分子的目标，好，所以我认为这个其实是坦白讲，我觉得反恐这样做是不符合标准的了哈，其实是螺丝是松掉的，我认为在机场这么重要一个地方，其实不应该放置了一到两天，一个有恐怕是可能的爆裂物的可能，放置一两天，然后才被找到才被通报，我显然觉得国土安这一块有很大的检讨空间，好不好？请这个我们会加强来检讨改进。可不可以一周内把检讨报告也提报给委员会，也给我这边好吗？是，好，好，谢谢。那再来，我想要关心的是接下来520就职了哈，520总统要就职了，这个部分有没有掌握到任何的情资？局长这边有没有掌握到任何情资？目前为止都还平稳。那有没有做任何的预防？就是如果有任何的。有，可不可以请局长简单说明一下怎么样预防？在我们这个，我们有中卫区、内卫区和市卫区，我们这个场所周边的巡检，它有固定的巡检的时间。那么内卫区是由我们宪兵来负责，中卫区是由警方来负责。局长，所以这件事情是由国安局来负责是吗？我们负责。市卫区，市卫区的部分由国安局来负责，所以你们有整套的一个方案在做整个，包括这历年都是有从恐怖攻击这个角度来做预防，一定有，一定有了哈，一定有。好，国土办主任呢，你们这一块有什么样的准备跟作为？是我们这个会跟国安局做一个全力的一个配合来做，所以这件事情是由国安局来是特勤，所以你们是配合国安局，我们会配合国安局，所以现在是你们配合国安局。有关总统的维安的部分，这个是由国安局。所以整个恐怖攻击要看是涉及到哪一个层面，如果涉及到总统的部分，是由国安局负责。非总统部分是由国土办负责，是这样吗？总统跟副总统的人身安全有一个特勤安全维护条例，它是有一个法令的规定在那边。我要讲这个历史是说，如果恐怖攻击的事情，我认为应该有一个专责主导单位，两轨并行，其实很容易出问题。这是你的责任还是我的责任？其实很容易落差掉了。哦，这个是总统的，所以跟国安局有关。哦，这个是我认为这一块将来是要检讨了，不然这一块反恐的部分很容易在权责不清之下，很容易会有一些闪失。哦，这个我希望国土办这边能够再做跟国安局边做更严厉的一个规划了，好不好？然后另外我想请教一下，明年有一个2017年有一个世大运了哈，2009年世界运动会在高雄举办，那很成功。2017年有世大运，这块有没有做了什么样的规划跟准备？是跟委员报告，2017的世大运是我们国家最近这么多年来办的最大一次的国际活动，在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资料，有超过120个国家，大概12000名的外国选手来参加。您刚刚有提到的高雄世运，还有那一年办的台北听奥，这个规模大概都比较小，大概都只有15000人而已。所以针对这个世大运的部分，在2014年，行政院就有订一个专案，叫做精华演习。我们就是针对2017要办的世大运整个维安的状况，我们从2014一直到今年，我们做精华演习的第一个阶段，来协助台北市政府做好他们的维安工作准备，尤其在反恐的部分。那在这个部分上面，有包含国安单位跟我们一起来规划这件事情的主导机关是由谁来负责？最高的主导。在最高的负责的部分是由行政院这边，在维安的部分，行政院会全力支援地方。所以是由国土办这边吗？还是由我们国土办是在这个计划的幕僚单位，但执行面的部分是台北市政府。执行面是台北市政府。执行面是台北市政府。那谁主导？你说是行政院？不是主导，是行政院。我们有一个演习来帮助台北市政府在维安的工作上把它做好。所以这个部分是执行面是台北市政府，执行面是台北市政府。我认为这个恐怕在经历过这一阵子的恐怖攻击这些事件之后，包括伊斯兰国这些起来之后，恐怖攻击整个这么多的时候，我觉得要整个重新调整它的层级来思考这件事情，这是国家的大事，而且它会来自全世界各国的跟选手贵宾都会来到这边。跟委员报告，我们所有的相关单位都会全力支援台北市政府，我知道，但是我觉得包含国安单位都会全力支援，是不是应该提高整个它的一个主导的层级，而不是在交由执行单位只叫台北市政府跟院里面来处理。因为这个部分是台北世界大学运动会有一个筹办委员会，他们这个部分是在他们做行政执行面的部分。那有关维安的部分，跟委员报告，我们所有的相关单位都会全力支援。所以维安反恐这一块是由中央这边来负责嘛？哈，不是，我们会全力支援台北市政府。全力支援这件事情，那显然是不够的。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这是台湾的大事情哈。那这么多的国外的选手跟国外的贵宾来到台湾，我希望国土办跟国安局这边能够整个
在协调在介入了哈。我觉得反恐这件事情，这二零一七年有可能是一个有可能是恐怖攻击，有可能啦哈。我希望这块整个要拉高整个要处理的一个层级啦，我觉得不应该放给台北市来主导，我想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跟资源去应对这些，包括资讯各方面，我觉得那个主导的一定要拉高到中央来，这个可以吗？好不好？请你们带回去研议好吗？是，哦，好，谢谢，好，谢谢，谢谢。下一位，我们请许玉仁委员咨询。哎，主席好，各位媒体还有立委先进大家好，我请国安局局长，局长，还有行政院国土办公室主任，主任，还有内政部警政署副署长，警政署副署长，请备询。委员好，哎，局长好，委员好，是。我先请问内政部警政署副署长哦，刚刚国安局局长也有提到说，以恐怖攻击来说，这是属于最近发生的事情是属于所谓孤狼式的这个攻击。那就在一个小时前，我不知道副署长您知不知道，在我们台北市的内湖区金传女童割喉命案，一名女童在内湖环山路一段西湖国中旁边的空地，被一名四十岁的男子以头颈身体分离的方式割喉，然后死亡。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件事，这在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前发生的。我知道，因为我们对相关的状况哈，这个都有彼此通报。啊，我刚刚也在会场打电话给内湖的周分局长，人已经抓到了。那原因啊，跟相关的细节，他们正在了解当中。谢谢。那对于台湾的社会啊，从前年的政捷捷运随机杀人事件，到北投国小这个在厕所杀害女童，今天又发生这个割喉事件，我想台湾社会的治安跟恐怖攻击造成的心理的恐惧，是不是已经造成人民心里面的一个惶恐？根据哈这个我们资料的分析哈，目前台湾啊所发生的包括啊，高铁爆炸案呐，哈，还有像这一次内湖的这个案子正在了解，还有以前的百米炸弹客哈，杨祖门案子哈，这个都我们把它在暂时归类在重大的刑事案件啊，跟惶恐是不一样的。好，謝謝。那关于这些攻击的案件啊，是不是可以请警政署尽快的拟出一个报告？对于这样子随机杀人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不断的发生，而且几乎是每一年每几个月就会有这样子的恐惧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警政署这边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份报告？我跟委员报告哈，这个是算是个案哈。你像内湖这个案子啊，马上内湖分局也把凶嫌抓到了哈。是。那以前的一些重大刑案也是如此哈。并没有所谓的连续性或者是关联性，所以我想在警政署这边呢，也启动我们的快打、快速打击犯罪的机制。只要街头有打架或者刑案发生啊，我们警察第一时间都赶到现场做马上的处理，哈，跟委员报告。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国安局局长，局长上个礼拜在这个比利时发生这恐怖攻击嘛？那昨天3月27号，在巴勒斯坦又发生了这个恐怖攻击，65死300伤哈。我想问说，以台湾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跟国际反恐联盟组织是不是有热线？当这样的恐怖攻击发生的时候，我们应变的 SOP 是什么？然后国安局在多久的时间内得知这个状况？那我们应变的 SOP 是什么？我们没有所谓反恐的这个组织哈，是这个我没有接到任何的这方面。我们在情报工作方面，我们的链接是跟很多国家是有资讯交换的，那这个是很可贵的。所以我们并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国际反恐组织。我这里没有，外交部有没有？我这里没有。那我们台湾是不是可以研究加入
类似这样国际反恐的组织呢？如果要加入又变成一个国家名称的问题，归国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又来了。所以所以目前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也没有受到邀请。那关于这方面国际反恐组织的部分，是不是请外交部这边也提供一些资讯给我？好，下一张。我还是要讲这一张图哈，这个是去年2015年2月 ISIS 在 Twitter 上面发布的这一张图片哦，它是一张合成照，当时在台湾的媒体还有在台湾的社会造成了某一种程度的恐惧。ISIS 在这个 Tweet 上面也写说，当伊斯兰国攻击你城市的时候会很惨，真主阿拉允许那一天不远了。那我们后来都知道说，这张图是它的一个模拟图。那台湾这个在被恐怖攻击这个可能性也相对低，这个局长刚刚你也有说过。下一个，但是呢，奥巴马他在那个时间点之内，他说表明台湾应该要加入国际反恐组织联盟国之一，这是奥巴马说的嘛？哈，那我要谈的事情是现在时机敏感哦，现在我们正在政权交替。我们正在新的执政党要上台，台湾有没有可能变成伊斯兰国在发动恐怖攻击的时候，它被利用的一个目标？无论是造成心理的恐惧，或是造成实际攻击的可能性。我们看下一张，这是在2015年2月，当 Twitter 这图上，发布这张图片之后，在美国一个有名的外交评论网上面说的，他说台湾就像 ISIS 美国中间角力的棋子，如果 ISIS 攻击台湾，谁的手会沾满鲜血？我想请国安局局长评论一下台湾在现在这个国际敏感的一个时机点上，我们现在到底承受的可能潜在的危机有多高？没有发生以前，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视，所以我们不会让它发生，这是我们的努力的标的。所以说有多高，我永远都是这么高。当天这一个插画和那个旗子一出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机制哈，是24小时的，是叫做国家安全作业中心。这个一发生以后，我们就有4天连续所有国安单位进驻，就已经提升了。局长，因为这张图齁到现在发生将近1年多齁，本席在这边强烈的建议，再把目前比利时巴勒斯坦发生的恐怖攻击，把台湾目前在这个敏感时机即将要政权转替的时候，再把维安层级做更敏确而且更敏锐的国际情收的判读。一定会，谢谢委员指教。好，再下一张。面对未来重大事件的恐攻啊，我想有两个，刚刚这个各个委员都有提过。第一个是520即将就职的总统大学，总统的那个就职典礼，还有2017年的世大运齁。我们来看520这部分。我想请问一下，以国安局目前因应这个恐怖攻击发生的状况啊，我们在这个敏感政权交替的时机，我们防卫恐攻利用这样的一个时机来发动的这个 SOP， 我们现在有没有？有，的确是有了，是不是？的确是有，的确是有。这个我们4年一次，已经很多年了，是我们很有经验。那关于收集资料，还有面对这未来2个月之内出入境的这个部分的情收，我想局长您这边要多多再注意。谢谢，谢谢委员。往下。2017年啊，我们台湾将举办全世界瞩目的世大运，台湾被恐攻的可能性相对小，这个局长你也承认。但是世大运最大把台湾暴露在危险的这个状况底下，是全世界有超过100个国家的运动员到台湾，这是在1996年的时候的亚特兰大奥运。100伤2死，他们攻击什么地方呢？他们不是攻击城市，他们攻击选手村，这做什么呢？为了造成这个国际的危机。往下，剩下510天哦，160国，将近11788人，
我们的四大运就在这边发生。我想恐攻这件事情啊，台湾本身相对性很小，但是当全世界重要的人来台湾的时候，台湾的被攻击的可能性就会暴露。我想请局长就这件事情好好关注一下。一定会，一定会。尤其在对四大运 这件事啊，510天，如果你用510天好好的做勤收，无论在网络上，还有在所有国际任何有关于恐怖攻击论坛，尤其是在非常隐秘找不到论坛上面去搜寻 terrorist attack 台湾，我觉得510天你要好好做一个大数据的分析，尤其与国安情报单位上面。没有问题。好，往下。另外啊，我想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发生的恐怖攻击我们大家都不想要看到，尤其是当恐怖攻击跟伊斯兰教回教串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台湾有相对的这个回教还有伊斯兰教的这个族群，我想在跟他们沟通还有跟他们在互动的时候，我们要做到相互尊重，而且是平等，绝对不可以把他们当成预设值的恐怖攻击人员。我想国安局在沟通这部分要好好的小心平等的对待。应该。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请徐真卫委员，徐真卫委员，徐真卫不在，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也不在。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吴志扬不在。卢秀燕委员，卢秀燕不在。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不在。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我们请邱志伟委员咨询。谢主席，有请国安局杨局长。杨局长。国土办主任。石主任备询。委员好，嘿、hey, ，局长你好。国安局针对这个反恐的部分啊，大概是负责相关的勤收跟情势的研判嘛，哈。是的。交给国土办或者相关的全责的部会去做相关的因应嘛，哈。是的。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局长，为什么这次恐怖的攻击是在欧洲是比利时？为什么是布鲁塞尔？它是欧盟所在。那他跟他反恐能力比较脆弱有没有关系？跟这个没有必然关系，所以他必须一个震惊中心，他是个或者是他反恐能力相对比较薄弱，所以他就可能成为恐怖主义攻击的候选国嘛。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比利时参与了反恐攻打 ISIS 的这个行动，所以法国也是同样的逻辑喽。是的，那跟他们反恐能力比较薄弱也有相关嘛。没有必然关系。那刚听到这位国土办的主任刚一直点头啊。主任。跟委员报告哈。对。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那大家都知道。对。那这个城市因为有那么多欧盟，而且这个城市有超过1000个国家以上。我要问了他跟反恐能力比较薄弱，相对其他国家。反恐比较容易渗透有没有关系？你刚刚一直点头啊。因为他在这个地方，他的路径上来讲，他跟荷兰、他跟法国、他跟德国都有很多的边界的。所以归纳三个原因，他是政经中心，他的反恐能力相对比较薄弱，或者他是曾经参与过反恐的活动，所以这个很容易成为被锁定国，或者成为一个热区，对不对？好，就国安局局长的相关的情收啊，在亚洲国家里面有哪些国家？相对符合这些的条件，这个我不能这样说，还不能这样说，因为照这个分布来讲，印尼最容易，因为它的这个回教徒最多，这方面的 IS 的渗透相对容易。再来就是菲律宾，因为菲律宾它和印尼的那东亚国家呢？东亚国家相对比较少。以我们邻国日本、韩国，对，都比较少，所以我们相对的危险系数比较低喽。因为第一个，因为每一个国家它对这方面的意识是不一样的。譬如说日本，它虽然是跟这个恐怖主义啊没有构上关联，可是它的人在
中东被杀害了，所以他有这方面的强烈的意识，他就会比较高涨。那么韩国，所以我关心是东亚了哈，东亚如果发生这恐怖攻击，这是局部，是区域的问题，不是单一国家的问题了哈。是，所以台湾当然第一个我关心台湾的反恐能力，第二个就是说相关有没有相关渗透的问题哈，第三个相对我们这个有没有相关情资的掌握哈。所以第一个问题再请教一下局长，你觉得台湾有没有反恐专家？怎么样？反恐专家？反恐专家不敢说。大家都在，不敢说，大家都在这方面做努力，因为这个没有尽头啊。这个反恐应该是非常严肃，而且是急迫性的问题，应该有专家中的专家来执行这项业务啊。那你国安局局长负责勤收跟局势研判，交由这个国安会，交由这个国土办去做相关的政策拟定跟执行嘛？是的。所以谁拍板，谁做决策？反恐的作为谁拍板谁做决策？来，国土办主任。报告委员，在我们收到国安局的情资的时候，是您拍板您做决策，我们会有一个国土安全政策汇报。你是主任，我那会议由您主持吗？这个汇报是由副院长主持。副院长主持。副院长主持。好，那谁做决策？这个最少要到副院长的。副院长做决策。是。那现在副院长是谁？杜子君，杜副院长。他是反恐专家吗？他过去的专业比较少涉及这一部分。那您是反恐专家吗？我一直在这个领域上一直有工作。您可能是救灾专家。我救灾单位也服务过，我在警政跟国安部门也服务过，我在警政服务部的时间还比较长。像反恐专家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在国外都有专精的一个小组在执行，不是一个个人，一个小组，这个一个 team 可能十几个，包括谈判，包括援助，包括这个后送，包括这个危机处理，包括安置，都有一连串很缜密的计划跟程序啊。那我现在担心就是说，你现在主政者是副院长主持这个所谓的汇报，是由各部会派的代表，这各部会派的代表也许都不是反恐专家。好，大家意见能不能很客观，能不能很科学的去打击这个恐怖主义，或者因应恐怖主义的这个作为，我是担心这样的。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在103年跟104年哈，就针对我们整个反恐的机制一直在做不停的调整。那尤其在103年6月29号 ISIS 成立之后，整个全世界的一个恐怖攻击的形态就开始做了一些改变。所以在这个汇报多久开一次？这个汇报基本上是一年开一次，但是汇报下面有业务会议，这是最少是政务委员主持的。大概光是在去年，我们就开了将近20次以上的业务会议。所以我能不能这样说，在整个国土办的小组或者你们因应单位，除了国安局是做情势这个情势研判跟这个情报收集之外，真正拍板定案在做决策来决定如何因应反恐作为的，并没有真正的反恐专家。这个部分在我们做幕僚单位来讲，我们所考虑的一些应变的计划或者应变机制的部分，我们这个 team 里面都有请到一些专家的学者哈，进到我们这边来。比方说像真正对反恐领域有研究的，像警大的汪玉伟汪老师，他一直在我们这个小组。另外我们小组有一位是负责天然灾害的，这是 NCDR 里面的，因为他必须跟天然灾害某些程度上来讲还有结合。天然灾害跟恐怖主义又不太一样，有很多的恐怖主义的发生是从灾害的现场，从源头是国安局，国安局这部分比较放心，他这个相关情资的收集跟掌握跟研判，但是我比较担心是后端的因应作为。你情资掌握了，但是你没有能力去因应，枉然了，枉然了。所以这部分你要怎么去补强？因为国土办主任变来变去，上一次来不是您呢？对。那你在变来变去，你怎么样去执行统合各部会的这个执掌？你怎么对这个业务能够充分了解？你怎么去能够充分去执行？国人怎么会放心呢？那跟委员报告，我们在这两年下来哈，透过整个国际情势演变哈，国土办的职能有做了。你来多久了？我是102年的10月份来的。来两年了吗？我来两年了。哦，今年是现在是105年三月份。你是一年开一次会，然后这个国际恐怖主义的攻击啊，跟委员报告，瞬息万变。我说的是汇报，它正常的程序是一年开一次。那你幕僚汇报是多久开一次？我们在去年开了107次的幕僚会议，那其中大概有25次以上都是政务委员以上的长官做主持。
都是政务委员。那些会议是做一些的这个资料的收集，还是资料？没有，我们在一些，比方说像我们这些应变机制的调整，都要报到会院长、副院长那边。那也叫经过。哦、假设一个最新的状况，就是前几天在比利时，他的核电厂的员工、保安人员被杀害，他的工作证遗失，所以大家认为说恐怖主义可能会对针对核电厂做攻击，那很严重哎。台湾有三座核电厂。是，那我们对核电厂相关的保安作为，我们有保警队啦，哈，那有没有因为这样子而提升这个保安的层级？会，如果真的核电厂有发生攻击的情形，哈，至少是部会的首长他要出来担任二级应变中心。如果只是就单一的个案，但是如果像比利时这种恐攻个案，它发生在好几个地方，你们有没有相关的沙盘演练？有，或情境的这个模拟？其实，在103年。被杀害，被这个恐怖主义入侵，然后破坏这个核能设施。跟委员报告哈，所有的恐怖主义，他的手法一直在改变。我知道了，有没有针对、那像这些改变的方法，都会放在我们。所以你们应该要与时俱进，随时做一些讨论，随时做一些检讨，做一些演练跟模拟嘛。这些演练哈，我在资料里面讲，像去年我们有10场大型的演练，我们今年大概要办25场。当然，像核电厂、像机场。像这些重要交通的关键基础设施都放在我们的演练当中。那这些重要的演练在行政部门来讲，最少是政务委员甚至于到副院长的阶级，他会亲自去看。那国安局跟国安会也都会给我们做指导。最重要的是这些演练的内容，我们都要把目前最新恐怖攻击的一些新的样态跟方式我们要放进去。好，最后请教局长哈，局长，因为我们刚刚这么对话讨论很久哈，你作为一个情势研判的专家，你觉得针对我国的反恐的这个能力，您的研判这个能力及不及格？目前为止差强人意。差强人意是。那如果打分数可以打几分？差强人意是改善的空间很大哦。是的，很大哦。那我们这个我没有尽头，就惊嘞。这个我们都要努力了。对，这个不是没有时间让您努力，这个危机是随时都可能发生，是的，每一分每一秒。没有时间让你去进步，让你去调整，让你去因应。所以你讲他强人意，作为一个情报专家，作为一个情势研判专家，我相信你的话，对国安的整个体系的反恐能力，我们是充满了不信任。因为不，我们都不会见得说百分之百满意嘛。他每一次都要演练，演练一次要改进一次，演练一次改进一次。一般人的认知，差强人意大概是。永远有勉强勉强及格了，永远有进步的空间。好，我们希望说这个部分，以你的情势研判专家，能够给国安体系更多的这些建议跟建言，怎么样把这个国安反恐的这个机制，它的反应能力能够强化。是的，谢谢，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萧美琴委员不在，陈怡杰委员不在，陈欧珀委员不在，王惠美委员不在，黄伟哲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不在，林俊宪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不在，郑运鹏委员不在。周成秀霞委员不在，简东明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不在，严宽恒委员不在，马文金委员不在。好，我们登记质询的委员除不在场者外，都已发言完毕啊，报告及询答结束。本日会议有委员马文君、姚文智等提出书面质询。请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也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2周内答复。本日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或者要求补充资料者，也请相关单位以书面在2周内提供。散会。